专场相声大会，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您欣赏第一段相声《八扇屏》，表演者潘云霞、李文山，有请。您是相声演员？哦，啊，相声演员。对，我跟您不一样。哦，你跟我不一样啊。那你是干什么的呢？我是一个文人。文人？那是啊。哎呀，瞧不出来，瞧不出来，这也说得过去。怎么呢？我还没闻过您吗？哎啊，你闻我？不是，你闻我？怎么说？文化之人。哦，文人墨客，文化人都可以。像我们这种文人啊，每天要读读书啊，哦，阅阅报啊，嗯，操操琴呢，嗯，舞舞剑呢，哦，作作诗啊，啊，尿尿炕啊，哎啊啊，什么叫尿尿炕啊？不尿炕，那叫写写账。哦，好，写写账。哎，哦，我最喜欢的。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作诗了。哦，作诗。我是一名诗人呢。哦，你是诗人？那是啊。是吗？那是啊。看不出来啊。去年冬景天啊，我还做了一首诗。哦，做一首诗比较不错。是吗？那是啊。题目叫什么呀？雪赞。雪赞。雪赞。哎呀，太好了。好啊，还真没听过这首诗。那是我写的吗？是，您给我们念念这首诗怎么样？念念啊，在这儿念是吧？啊，就在这儿念呢。行，我也听听。我先给您解释解释啊。您这是几言诗啊？这是七言。嘿，七言。好，七言那是绝句啊。绝句啊，七言绝句。嗯，对。五言那叫律诗。对对对，你看懂不懂吧？那都知道。七言绝句啊，您念念您这个雪赞。我这诗啊，啊，还有个特点。有什么特点？他说的是雪啊，但是里边一个雪字儿都没有。嘿，说雪没有雪，那是绝就绝在这儿。好，我给您，您给来来念念啊，咱们听听。嗯，头一句啊，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哎，嗯，什么意思呢？啊，形容啊，阴天，天上有乌云，黑咕隆咚，阴天了。哎，阴天啊，就是要下雪了。哎，等，天上一阵黑咕隆咚，没有雪。是是是，您没雪，没雪，没雪，您等等。您先等等。怎么了？刚才您说是七言。对，您这是八个字。天上一阵黑咕隆咚，这八个字啊。你六指吧。哎，那是谁六指啊？不是我七言绝句吗？你算算，你算算。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啊？怎么样？是八个字。对啊。这怎么也对啊？对，就是八个字。你不是说七言吗？哪说七言了？八言绝句吗？嘿，八言绝句吗？这么会儿又八言了。八言啊，八言啊。那你第二句呢？二一句是啊，好似薄面往下扔。这形容 啊下雪了，好似雪白啊，就跟白面似的。为什么我说薄面呢？啊，文人啊，作诗啊，都要上口。啊，白念薄，成了。你薄面往下，你先待会儿再上口。怎么了？待会儿再上口。我搅和完了。不，谁搅和？念吗？您这又是七个字了，又是七个字了。对啊，刚才说八言，这会儿又七个字了。对啊，您倒是七言呢，是八言的？七言绝句吗？不是，你不是说八言吗？哪说八言了？七言，七言。你这得胡说呀，这谁胡说了？就是七言绝句吗？倒是几言？七言，七言，七言。第三句，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哎啊，这句它最深奥了。说什么呢？坟头不是半圆形的吗？个儿大，烙上那个白雪，就跟一大白馒头似的。是是是，别赖，我还没说完呢。对，他就说那个蒸的那馒头啊，你先别说这馒头了。你干嘛吧？你说搁这儿，你先搁。我不说了，你说吧。这有九个字了，九。我说你手有毛病吗？你还不信？我手哪有毛病？不，这九个字不可能。什么不可？你算算。我算算，你算算。坟头倒比馒头的
个儿大。哎，十个字，我这没谱啊，你这个十个字啊，十个字。对呀、啊，你说我毛病吧？谁？我说十个字，你说九个字。不是你，你等着吧。不是，不是十个字。你说的是七言。七言。七言怎么会出了十个字了？那是顺嘴秃噜的，是七个字。什么叫秃噜的？坟头倒有馒头那么大的个，坏十一字了。坟头倒比馒头的，不是坟头倒比馒头。不是你不能，你脱了鞋算，脱了圆一罐算，就用不着，用不着。你看啥？啊，坟头倒比馒头大，是不是七个字？哎，我说的嘛，七言绝句。有七个字了，七个字。哦，七言绝句，七言，七言。就这首诗还没完了，还有一句了。还有一句呢？啊，您再说最后一句。井是大窟窿。哎啊，为什么说井是大窟窿啊？这下雪天井盖人给偷了。是井是大窟窿。你别说偷井盖这事儿了，井是大窟窿这几个字，井是大窟窿五个字了。不是你这到底是几言的？其实我作诗作的比较不错。哎啊，还是错的。但是就这个算术啊不好哦，所以算不清几个字是吧？算不清。哎，七八九十十以内的都不清楚是吧？对，要说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个对对子了。对对子我拿手了。哎呀，你还有拿手的？拿手的对对子啊。这不前几天吗？啊，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了。哦，当时天气不错啊，响晴博日。哦啊，刮这么点小风。哦，刮风了。不大不大，也就在这个一二级左右。啊，当时微风啊吹动水面，哦，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啊，于是乎我的诗性大发。嚯，当时啊想做首诗，哦，可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我做了一副对子。哦，写了一副对联啊。写了一副对联。哎呀，那太好了，对联好。哎，您把那个上联说说，上联怎么写的？说说啊，您把那对联说说。在哪说呀？哎，就在这儿说呀。在这说啊？就在这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华生天桥。这属于娱乐场所是吧？啊，对，娱乐场所啊。对呀。啊，娱乐场所啊，读书人之多，识字人之广。嗯，倘有一字说差，岂不被大家嗤笑学生啊？对，入后是好你。哎呀，啊，这没法念。您就别上韵了啊。没法念。大家伙愿意听，这是文化之地。您来了，您这句对。哦，哎，那行，您说说。你说说啊。啊，我这个对子呀，啊，是以风水为题。哦，上联是什么？风吹水面层层浪。哎呀，有点意思。哎呀，见笑。哎呀，见笑。别客气。那您的下联呢？哎呦，献丑，献丑。啊，是。您这下联？不敢当，不敢当。不是，不敢当。我问你下联。啊？下联。哦，您问这个风字啊？啊，这个风就是刮风的风。不是，哦，刮风不是下联。下面就是吹啊，一口子旁一个线。我知道下联。下面就是水面，水面啊，不是当这个表面来讲。我知道表皮儿吗？对，我下联。下面就是层层啊，层层不是一层两层啊，是很多很多层。是，所以叫层层。我知道。下联，下面就是浪了啊，一个三点水，一个梁子啊，浪大浪。是下联，这不就风吹水面层层浪吗？哎呦，你怎么装糊涂是怎么着？谁装糊涂了？我问你，你在哪儿住啊？我在房子里住。还是的啊？你们家有门吗？没门，那是山洞啊。哦，有门框吗？没门框，哪来的门呢？啊，门框是几个呀？俩呀。哎，这就对了。怎么对了？俩门框。你这边贴上上联了，风吹水面层层浪啊，你那边怎么办呢？那边。哦。啊，明白了啊，是我贴对联啊。这边贴风吹水面层层浪啊。对，你那边怎么办？这边贴什么？对，老先生啊，脑子慢。我怎么慢呢？这还不简单吗？
这怎么简单呢？对子是死的啊，人是活的呀。嗯，你可以再写一张贴到这边来吗？俩层层浪啊，啥也照样贴呀。没听说过。怎么没听说过呀？上下联一样啊。一样怎么了？一样那怎么念呢？好念啊。好念。上联把音压下去啊，下联把韵调起来。应该怎么念呢？您这么一听就是对子的上下联。是吗？啊，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嗯，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横批是风吹水面。走走走走，溜达溜达溜达，上那边溜达溜达。你甭看那边没人管你，就你这个上这儿蒙事儿来了啊。上下联一样，你这倒好，七个字一点不糟践啊。上来文人会又作诗又做这对对联了，你甭擦汗，你假装出什么汗啊？你就这个还出汗呢？没出汗啊，你喷唾沫星子呗。啊，什么呀？谁呀？谁喷唾沫星子呀？小孩啊别这样，告诉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吹牛皮说大话，自大念个臭，知道吗？啊，天不言自高，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啊，演员都是杂货铺，这么点年轻轻的说了半天，你不能白说你。我给你对个下联。好，就这。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啊，谢谢您。你那上联是什么？风吹水面层层浪啊。我给你对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哦，哎，去吧，干嘛去？好好学一学你吧。啊，嘿，听您这么一说啊，您是高才呀。也不高。高才？嗯，不高。您好比是乱草之中，嗯，有您这么一颗灵芝。嗯，那谈不上。乱石堆中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也不用你这么夸我。浅水滩中啊，有您这么大的一只甲鱼。哎，这啊，完了，成了成了。他不，我是那王八呀。王八怎么了？怎么了？有抬举您了？的吧，你甭这么抬举我。我没抬举您啊。啊，抬举我干嘛呀？我没夸你啊。谁夸你了？没夸我呀？没夸我，你说什么呢？骂你呢？不懂啊？啊？这话都不懂啊？你骂我？啊，骂你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想打你呢？啊啊啊！什么啊呀？怎么了？我招你惹你了？你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这教给你呢，小孩出去办事别这样。你下联，你下联怎么对的吗？雨打沙滩万点坑啊，怎么对的？有讲法吗？当然是了。怎么讲啊？下雨下一万个点，下的沙滩是砸了一万个坑。哦，雨打沙滩万点坑。下雨啊，下了一万个点啊。您数着来着？我没数着。没数，你怎么知道就下一万个点啊？我大约估计是一万个点。什么叫大约估计啊？啊，他就不许多下一点少下一点吗？啊，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就不许下10001个点吗？啊，就这么巧就下一万个点啊。都落沙滩上了。不是，海里没有啊。他，你说这雨点儿，要落石头上啊，你是不是得现请石匠现凿啊？不用啊。落你脑袋上啊，估计也得现钻眼儿吧。哎，不不不，钻不了眼儿，一钻眼儿就完了。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啊，不是，你对错对子，我不挠你啊，没关系，小孩不懂事儿吗？不，有什么不知道可以学吗？谁小孩啊？咱俩谁小孩啊？我就跟你说嘛，你就这么一说也不成。我说你就听着啊，哎，对错对子没关系啊啊。我挠你那段话啊，什么天不言自高啊，地不言自厚啊，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我没说多少啊。有什么演员的座啊，是杂货铺啊，要什么我就有什么啊。是，这倒是。给我来瓶矿泉水。哎，没有。给来瓶啤酒。没有，外边买去。那你卖什么呀？我就卖点小零碎。像话吗？ 啊，对对子的规矩你懂吗？对对子还有规矩啊？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哦，我上联是千层浪啊，你可以对万点坑啊。啊，我上联是层层浪，嗯，你凭什么要对万点坑啊？啊，
难道说你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你都忘了吗？毛主席说什么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求为可知啊。哎，毛主席多少说过这话呀？说白了，今天这事儿啊，我跟你没完。哎，别，跟你这完完不了。你看我招这事儿干嘛呀？你惹谁不好？你惹我啊？我了得吗？啊，是了不得，你是了不得。没完这事，得，我跟你没完。今天呢，后边还有好节目。对，有好节目。算了，这你、啊、干嘛呀？你知道我说错了吗？那我招这事儿干嘛呀？本来就是你说错了吗？你说知道吗？我呀，啊，你什么？你什么？我知道岁数比你小成了吧？对，肯定的。我是一小孩子。啊，我比你小，我是一小孩，您就给我放了就完了。谁给你放了啊？给我哟。您说什么来着？不是，怎么意思？你干嘛？你干嘛？您什么？我说我是一小孩。小孩？小孩你可比不了。不是，你哪儿找来这等号的来了？这我师弟。这你师弟？对啊。小孩我怎么比不了？小孩那是站好了，古人。那也是位古人。对。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还是过去的事儿。对。那你说说。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冠学佛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就懂得让梨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黄香九岁温歇奉亲，金丹罗12岁就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的兵权，吃苦肉险连环借东风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的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的政治一魁首。这些小孩子您都比得了吗？不，这啊，这些小孩儿，我哪儿比得比不了？听见了吗？啊，比不了，你比不了就比不了吧，下去吧。哎，你瞧我挨打一顿刺啊！这我哪找？我找这事干嘛？这怎么样？啊，多好！不是，我跟您说，我给您央完了就完了，您这干嘛呀？这完不了，哪完了？得了，我说话不注意。就是你不注意嘛，才惹祸。得你，我粗鲁成了吧？对，你就是粗鲁。我办事粗鲁，我是粗鲁人。行，就完了。是。这边来了，哎，这边来，听我给你骂骂他，听我给你批评批评他，怎么了？站着好好听啊，哎，怎么了？站好了，我站好了，他这模样，我这模样招谁惹谁了？打我灶王爷似的，哎啊，站好了，听我说。我说你们这都哪儿来的？这是粗鲁人。我粗鲁人，得了，算了吧。粗鲁人你也不配。呵。你擦唾沫星子，我催你来 SOD 蜜。是啊， SOD 蜜他用的擦脸子，回来过你这个。我粗鲁人怎么了？这就完了吧？得了，那本是一位古人。哦，这也是位古人。哎，我都不知道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又是想当初。有一位粗鲁人啊，此人父姓尉迟，单字明公，号敬德，福保山后刘武周，日强三关，夜夺八寨，自秦王夜探白壁关，敬德夜下赶秦王，打三边还两锏，马跳红泥涧，自降唐以来，南征大战王日冲，扫北大战皮克能，跨海征东月下访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卫士公为救白袍，在午门外拳打皇亲李道宗门牙两尺，唐王恼怒贬至田庄，后来白袍访敬德，见那卫士公在船头独自垂钓，忽能背后人又喊马又叫言刀，我乃邓正薛平了，特地前来访故交，你若今殿去交旨，保你为官永在朝。敬德闻听，我乃山野村夫，耕种纺锄，以粗鲁人也。粗鲁人你比得了吗？哎呦，照你这么说我比不了。那你比什么鲁？我比素鲁。素鲁，我跟您说，啊，你什么也比不了啊。我什么也比不了。别说，你还真有一比。我比作什么？好比是面茶锅里煮灯泡。这话怎么讲？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邪火。去你的吧。听我怎么回事你这个。
不是你这还有完没完了？一个一个这都能给我干上了是怎么着？我师叔了得吗？你一共有多少师叔啊？你们都商量好了是怎么着？谁商量好了？不是我这直跟您你惹我呀？不是你要是不惹我。不就没事了吗？您瞧我这下脸对的，招出这么多事儿了。那是啊，我就是一时粗鲁莽撞，不就完了吗？对对对，就是怎么回事？哎，我是莽撞人，莽撞人，哎，没注意，对，就是不注意，莽撞人啊！你说什么？我是莽撞，不是我跟他说的，没跟你说呀，这是，这是我师弟啊，师哥，你跟他说就是跟我说呀，哎，这是欺负人啊，我没敢欺负，我要知道你们这么多人，我不这样，我欺负老实人，我知道这样，我不凉这块，我跟。咱可没说这样，这不是你们这一个人干嘛呀？不良可不行，我莽撞了都不成了，你这不是莽撞啊？你说你是莽撞人，对，莽撞人你可比不了。我怎么比不了啊？那还是一位古人。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哎，我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了。后汉三国年间，有一位莽撞人，啊，自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不战不胜，号称为常胜将军。子杰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啊。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胯下薄龙驹，掌中亮银枪，实乃元勇将，当下就有爱将之意。旁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计未现，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是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曹操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道：“哈，此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诛文丑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将之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啊，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那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冷，两中透黑，海下扎里扎煞，一抹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耳聋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掌中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而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就不就不争的不斗，而来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军后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的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哎呦，莽撞人，莽撞人，我比不了，比不了吧？比不了，比不了。我倒把你好友一比。哎，我比作何来的？面茶锅里边煮气球，这话怎么讲呢？哎，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儿。哎，就吹吹你怎么吹你？吹你怎么？哎呀，您瞧我招出这些事儿来，吓死我了。哎呦，得了。
哎，咱先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这还用商量吗？啊，你错了，知道吗？我错。什么叫雨打沙？您让那何云伟跟小辫把那衣裳脱了，还有俩，我应付不了了。我就跟您一人道歉，成不成？您让他俩脱了大褂，别出来。脱了。回头那何云伟一跟我唱，小辫一跟我太平歌词，我自己来。我这哪受得了？你们，哎，你让他们都回去得了。就跟我不会背似的啊。怎么了？我呀，啊，我就一时糊涂，对，糊涂人。等会儿啊，您说您是什么？我是糊涂人。糊涂人啊，你可比不了。我怎么比不了啊？那是一位古人。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哎，想当初啊，元顺帝无道，普天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防苍生造反，大丞相妥妥定下一计，小谕天下恩开无举，各路高人纷纷进京。嗯，老妥妥又定下了十条绝后计，想把天下的英雄一网打尽。哦，在五科场中啊，有一员好汉，乃是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好，这位英雄马踏共远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灰烬，天下英雄逃出京城，扯旗造反。常遇春辅保西吴贤王朱元璋，指挥一军兵奔京城，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斩官夺寨，势如破竹。此时节能与朱元璋抗衡者，唯有姑苏王张士诚、北汉王陈友谅三方成鼎足之势。张士诚与陈友谅为结盟好，定下儿女之亲，命姑苏大殿下张仁过江认亲之时，为刘伯温所获，暗中定下一计，命金陵名将乔嘴化云龙乔装改扮为姑苏殿下过江认亲。化云龙来至九江，陈友谅满心欢喜，不料想旁边惊动一人，此人年纪六旬左右，须发银条，根根露肉，条条透风，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早薄分明，头戴帅盔，珠缨乱颤，内穿软甲外套，大红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左肋下跨定一口清风宝剑，真是不怒自威。此人乃九江大元帅老将军张鼎斌。张鼎斌看破其中有诈，几次谏言，陈友谅充耳不闻，反倒老将军审视不清，辨识不明，挟私愤，官报私仇，真乃糊涂人也。到后来陈友谅中化云龙之计，兵发已山，起兵之时，那张鼎鞭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跪倒马前，哀哀切切。陈友谅并不理睬，催马而去，大队人马来至玉山，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四下里杀声震耳，九江人马死伤大半，陈友谅丢盔弃甲，遍体鳞伤，落荒而逃，逃至九江口，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看孤王死于此处。人魂未尽，一夜扁舟悄然而至，船头上昂首挺立，正是那赤胆忠心老将军张鼎鞭，口呼我主不必惊慌，糊涂人特来接驾。陈友谅顿足捶胸，满面羞惭，悔不听将军之语，到如今国破家亡，前言在耳，孤有何面目重见故人？老将军哪里糊涂，分明是我北汉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这正是九江口内百大兵，抽梁换柱显其能，扁舟一夜来救主，耿耿担心老英雄。老英雄，哎，张鼎鞭比得了吗？比不了，比不了。我说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行了、啊，咱们这事儿啊，就说到这儿就算我什么算了？算了，吃韭菜。不是你听哎，我听你唱啊。不是，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蛤蟆的。哎啊，我说我小。小我也没欺负你啊。我岁数小。岁数小啊？啊，长大了再给你娶媳妇。哎，吃你的吧。评戏表演者何云伟、曹云金。对，今天的关。
观众啊特别的热情，那是观众的人到的也特别多，没错，除去空座就算满了，不废话，特别的热情，很受感动。哎，这倒是。今天呢是我何云伟还有我师父郭德纲，对，我们爷儿俩的师徒专场。我们两个人呢代表后台所有演员祝今天所来的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您看这种演出啊跟电视台不一样。怎么呢？电视台有带着鼓掌的。哦，对，那叫副导演。哎，他领着带着鼓掌犄角旮旯一坐，两个演员往台上一走跟着就一招手，干嘛呀？让观众鼓掌。哦，号召性，观众也跟着哇象征性的鼓一鼓掌。两个演员一鞠躬哇跟着就鼓掌，还鼓掌。今天哇掌声，我们两个人哇掌声，给您讲一段相声。哦，讲一段相声，说一段相声。讲得不好，哇，讲得不好都鼓掌，讲得不好都鼓掌。嗯，今天多好啊！今天怎么了？一位鼓掌都没有。您看看，多大人缘啊！你这叫没羞没臊。反正大伙儿都爱听相声，那么相声的素材都来自生活。哎，这倒是。您拿昨天晚上来说吧。昨天晚上怎么了？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客人，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我一想八个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上饭馆吧。叫了一大桌子菜，在正当这儿摆着一盆甲鱼汤。甲鱼汤你冒我干嘛？不是，我一看这汤啊，这王八得够三斤。这样说，这样说，哎，这么说不习惯，你知道？我也不习惯，热气腾腾的。我这人嘴馋，嘴欠，我拿这个小勺啊，蒯了一勺汤，喝一口，鲜呢。是，我一夸这汤好。旁边服务员说话了，说什么了？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这可不太会说话，这个。咱有素质，不搭理他。你先过来，把这汤给我们分分。对，让他干活。服务员过来就分汤。我想，嗨，不会办事啊，别光分汤啊，那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分。还有肉？你这咱们还有蛋的吗？还有蛋。把蛋也分分。我一说分这蛋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先生，分不了，你们八个人呢，七个王八蛋。太讨厌。这不太会说话。这就不会说话。你想这个素材拿过来就能够表演。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对，刚才那个站一说站一逗。对，对不对？贯口节目还有学，学很广泛。这个学最难。那都能学什么呀？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头浮的，草棵里蹦的，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都归学。是啊，最厉害的啊就是学一学咱们国家的地方戏。学地方戏还厉害？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明白吗？不太明白。南昆，南边爱听昆腔；北弋，北边爱听弋调高腔；东柳，爱听柳子腔；西梆，爱听梆子腔。那您看我们家爱听什么腔？你们家爱听机关枪，你们家爱听迫击炮。我招你了。什么叫机关枪啊？我说的是地名。你我们家，你在哪儿住？哦，
这我忘了告诉你，是不是？我们老家是唐山啊，唐山，唐山盛产的评戏，哎，这倒是，现在叫评剧，早先不叫这个，叫什么呀？叫蹦蹦。啊，也叫半班戏，大概其啊，我理解是一边唱一边蹦啊，不，叫蹦蹦，不是跟蹦迪的，这那边不转化过来的，是远古人类是什么？没有呢，您把嘴里那袜子拿出来，反正是远古那时候转化来的一个啊，这啊，过去叫蹦蹦戏，还叫三小戏，小生、小丑、小旦，对，行当。很简单，伴奏的乐器也不复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唢呐啊，是挺简单，吹的那个唢呐，嗯，唱腔很简单，一唱都这味儿的。有一出老评戏叫《老妈开捧》，老妈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特别的好听，您给学学，一唱都这味儿的老评戏啊。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哒哒哒。哒滴哒，这是那锁呢。嗯，打扫完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完啊，白打扫了。怎么呢？打扫完东屋，全倒到西屋了。不是，人家唱的是、啊、这个家庭妇女打扫完东屋，再打扫西屋，哦，都倒在西屋了。您听着，唱词不讲究，哎，现在的评戏唱词就特别的讲究，好多了。有这么一出戏啊。叫杨二舍化缘，杨二舍有这么一段唱，是小声的唱腔，唱起来是家喻户晓，特别的好听。您给来了这个，一唱都这味儿的。您给学学。正行走来用目观，又来到王环。生气见了他的名字啊，怒冲冠，我千山万水来投奔，你不该认下张宽不认咱，你乱棍打不死我杨二舍，你想要领下你闺女南上南啊啊啊啊，真不错。这是小生的唱腔，二三十岁，哎，正青年，没错。人要过了五十岁再用小生的唱就不合适了，那得老生。要老生的计划生育的就得管您了。什么管我像话？老生是唱腔行当的老生、哎、行当老生。有这么一出戏叫打金枝，哎，唐王就是老生，唱起来比小生要稳重一些，一唱都这味儿的。您给来来。故在今天用木取殿阙下跪地是郭子仪，撩袍走出龙威林，神龙万颤起来年迈地，这是老生的唱腔。提起评剧来啊，咱不能不提一个人。谁呀、啊？魏荣元。哦，魏先生，他创造了评剧花脸的唱腔。在早年间啊，评剧没花脸。对，您比方说吧，秦香莲，包公一出场唱京剧，对，不伦不类，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魏荣元老师跟一些评剧的音乐工作者
共同努力，吸收了裘盛戎先生的发音方法，创造了评剧花脸唱腔，功德无量，唱起来好听，鼻腔共鸣，脑腔共鸣，特别的有意思。您再给我们来来这个花脸的唱腔。代表作是秦香莲，哎，包公一出场有这么一段唱，您注意听。您给来来，宋王爷坐江上，受尽煎熬，吃苦叹，年年荒旱，民不聊生，哀鸿哀悼，下沉舟，奉旨放粮，不辞辛劳，失君禄，受皇恩，理当报效，恨的是杀不尽，斩不绝，贪官污吏，恶霸土豪，我包拯做官要与民做主，哪管他皇亲国戚反了王啊叛，定产业不让王超马啊，寒来雨也忙开呀刀。兄弟，真不错，花脸的唱腔，嗯，这是大花脸，评剧小花脸。唱起来也好听，对，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坊，有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有，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啊，经常到家去学戏，那不错呀，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那用了什么呀？他要掐死我，老头太狠，不是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啊？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这早该掐死你。不是，我好挑个事儿。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你。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什么戏？活捉孙父。哎，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您再来了，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代代独守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得了虚云方位，美人石巧计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心女包不相美，小花脸，您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西的味道，还真是，是不是挺西路的？什么叫挺西路的？就是这尾腔吗？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哎、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哦，旦角，哎，尤其是演个悲剧啊，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是吗？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不能，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真事儿真事儿。骂吗？你不呛火呀？啊？呛火也行。哎，各位都哭啊、哦！各位可都哭啊！您怎么样？我就不哭。你呀，越说越来劲儿，你呀。您就不哭啊？哎，那您是没听。您要是听了，您也得哭。我听了，我也不哭。不，没有您这样的，我就这样。没您那么心狠的。我就心狠，没您那么轴的，我就这么轴，没您这么不是东西的，我就这么不是东西。哎，你才不是东西。说实话了，哎，我就不哭，就不哭。哎，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学一学，学吧。祝英台修书啊，就能把你唱哭了。不能，不能，我花钱买票，我凭什么哭？看戏高兴，就不哭。甭说这大话，
就不哭。一会儿你就得哭。凭什么哭？你拿着这个。哦，这干嘛？盯着擦眼泪。用不着，一会儿跟水洗的似的啊。用不着，您还留着擦擦汗吗？祝英台秀书，太惨了，惨惨吧。就不哭。我先培养培养感情啊。培养吧。我就是喘口气儿。可说是山伯哥，山伯哥，小妹我害苦了你呀、哭了不是？还哭了？啊？谁哭了？哭了！你看看这眼泪。乐呢？我这是。啊，这哈喇子是？什么哈喇子？不是。还哈喇子？你哭了不是？谁哭了？那你这是嘛呢？我这乐呢。您这乐比哭还难看呢。谁说？一会儿你就乐不起来了。哎，我照样乐。你听着吧，你就。祝英台提笔泪满腮，点点滴珠泪，我是洒下兄你身得重病，好叫我问两黄金，我是买哎呀哇喳叫把羊的天爷呀。你怎么哭了？你踩我脚。没有别的意思啊，这节目类型啊比较相近，为了把这节目隔开，我给您唱一个快板小段。我这破车就别爱好道了啊，给您唱一小段，一分来钟，唱个打尼姑吧，电视台不让放的，我轻易不让放。尼姑啊就是女和尚，这个我也甭解释，大家都明白啊。打尼姑呢您听吧啊。
城十里奔正西，有一个小庙挺稀奇，不住僧啊不住道，却住着这么仨少尼。这三个尼姑分老小，这个老的是师傅啊，少的是徒弟。这三个尼姑有发明，起初这个名字挺稀奇，大徒弟名叫人人爱，二徒弟的名叫万人迷，顶属这个师傅名最好，他是起名就叫闷得蜜。这个大徒弟他是稀里呼噜生下一个大胖小，这个二徒弟一咬牙一赌气也生了一个八斤八两八钱七的大闺女。老师傅一见有了气，拿起戒尺训徒弟：弥陀佛，佛陀咪，这佛门本是清净地，你们生男生女没规矩，人人爱万人迷，你们俩全都跪在地，听师傅给你们立规矩，要说打我是狠狠打，说出大天打死你。哎呦呦，还打不地，却原来呀、啊、这个师傅也在月子里，他也生一个。下面请您欣赏日本梆子，表演者郭德纲、刘烨。琴句话说啊，感谢各位啊，今天来的人是不少，今天呢我跟何云伟啊卖卖力气，比人多说几句。刚才是快板，表演者是咱们北京丐帮的少帮主李京，李帮主啊、唱得不错，让他下去休息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表演，大伙儿对我们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是郭德纲，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他呢啊，这孩子都长慌了、你要拦着点呢、你找个剪子啊，相声界的后起之秀，对，刘毅是我，他的师父是咱们相声界的一位名演员，叫孟凡贵啊，这是凡贵的徒弟。收了俩徒弟，一个叫人人爱，一个叫万人迷。为什么今天凡贵没在呢？为什么大伙都知道，正在月份里头。我是不是那尼姑啊？像话，开个玩笑。名师出高徒啊，刘毅呢不错，明年我们准备跟刘毅联合给樊贵办一个舞台从艺七周年纪念专场。七周年呢？你师傅说几年了？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七年往前摔跤的是怎么回事？这事儿您都给我说呀？所以我跟孟犯鬼的徒弟在一块儿。孟犯鬼像话？很高兴啊。不是，这不行啊。开个玩笑，开玩笑归开玩笑。跟樊贵呢我们是师兄弟，跟刘毅呢我们也是好朋友，没有必要说非得就是我就是你师叔，你就比我小一辈，没必要，干嘛呀，肩膀齐为不这玩意儿不齐呀、我能把我说那话收回来吗？啊，这场呢就是因为后台拆就不拍了，刘毅呢这场跟我一起表演。对，这个站在捧哏的位置上我有几个要求。有什么要求？首先说呀、要会站着。你这个样我又不是没腿。不对不对，你这个姿势就不像一个捧哏的，这个常听相声都知道捧哏的有要求，知道吗？什么要求？这肩膀下来点，来来。这个我这还得来副眼镜儿是吧、对对对对，这我现在就舒服多了，你知道吗？我可变就多了，跟张文顺张先生在一块儿待惯了，你知道吗？看肩膀一齐的我觉得是怪物，你知道吗？你这看着多舒服是吧？
今天来了不少朋友。除了老观众新朋友之外，还有很多是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的。好。欢迎您，谢谢您支持我们的曲艺事业。还有几位老观众没来，坐这边这几位今天没来。可能是家里有事儿。对。串个亲戚，看个朋友。谁家里没点事儿，保不齐的。哎，有时间的时候您再来，这没来呢不怪你。不过呢，你看人不来，你倒托人把票钱送来。还是财迷。你这人也不来，票也不来，就不合适，不合适了。站在您的位置想，这就不懂交情，知道吗？开个玩笑，相声呢，大伙儿都知道是咱们的传统艺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弄好了不容易。对，现如今来说，相声比较微。实话实说，不是很景气。咱们这儿来说，做的什么工作呢？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传统艺术。嘿，希望传统艺术能够发扬光大。有人说了，时代发展，社会在进步，这传统的东西不要了。我觉得这个说话不太科学，不恰当，是不是啊？传统艺术不能没有，它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说良心话，咱们5000年的文明古国，现如今挺让人悲哀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墙上都写着一方块，请用文明用语。您好，谢谢，再见，对不起。你都5000年文明了，连说句谢谢都得写在墙上教给你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是，希望大伙多听听传统节目，看看京剧，听听大鼓，有好处。您可以接受外来的这些个知识，这些个科技，不要忘记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会七八国外国话，嚯，英语、日语、韩语啊，南斯拉夫、北斯拉夫啊，没这国家哈、啊，没有，南韩、北韩、朝鲜，乱七八糟都会吧？跟哪国外国人坐一块他都能对着聊天骂街的是吧？骂街呀！可就是我说你听那相声去，不去；听那大鼓不听，听那戏不听。我说你干嘛不听？你听不懂。我说实在的，我不是怕打不过他，我真抽他。七八国的外国话你都会，中国话你听不懂啊，让人气愤。多听听传统节目好啊，听相声说明你爱国呀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代表后台我这四位师叔，张文顺、李文山、邢文昭。啊，王文林，还有我们这几个师弟，什么徐德亮啊、李菁，还有我这几个徒弟，包括我们大义，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家支持我们，也祝大家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您。常听相声，您都知道我们这四门功课呀，说学逗唱。没错，这个唱，唱的是太平歌词。哎，有人说了，不对呀、啊。听你们的演员们说，学个什么唱个什么歌，唱个大鼓，唱个戏，那是学。对，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哎，应该有这门功课。为什么呢？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只凭两块玉子板，要把这上下句的东西唱好，唱出味儿来，本身就见功底。太难了，是不是？唱起来好听啊！过去1000多段，现如今让我们都给弄差不多丢了啊。好，唱起来好听、啊。哎，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代清香。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夕阳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怒冲冲拆法海临了凡界，在这金山寺内把这方丈当。可以鼓掌了啊。自己要啊，不是自己要啊，人也不是特别多，咱们得热闹热闹，知道吗？咱们就为了气门口卖鱼的那帮，知道吗？让他们都恨得很，鼓掌挺热闹啊！这个不是不可以，这年头谁求不着谁呀、啊，是吧？挨着吗？这都。这是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们传统节目里边有很多设计的这种形式。但是现在基本听不到了。对。今天呢，我有一个小徒弟，大伙儿都知道张云雷小辫儿，哎，他后边一会儿给大伙儿唱一个完整的太平歌词。嘿，希望您批评指正。嗯。其实不光是相声，古曲也面临这个威势。哦。很多曲种现在是听不到了。对。见不着了。您听听，撑死有什么京韵呐、梅花呀、西河呀，啊，什么这个京东啊、单弦啊，剩下的很多。多曲种形式没了，消失秘迹没有了。想当初北京城有一种竹板书，竹板
书，竹板书，跟快板书有区别啊。这个打的七块板唱故事，哦，长篇的，嗯，哎，什么刘公案呐、啊，什么前后齐国呀，什么枪毙孟凡贵呀，是吧？不是，大伙儿咱就甭听他说了，咱听他唱得了。这类作品，他再说我不知道我倒多大霉。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挺好听啊。慢打忙出，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参见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头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它唱，那里头忘了我就把它说来，你们可别接着听。奉请在座的钟明公，因为它热闹更好听。现如今不容易听到了，嗯，过去还有小凤调，小凤调也叫京凤调，京凤调就是咱北京的铁片大鼓，哦，唱起来有特点，嗯，春雨折春金不天，下满芒下二叔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佳节不把分远，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苦命的那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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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这段叫劝妓女，哦，解放后海改了个名字，嗯，叫劝樊贵。哎，像像像话了，没完了是不是？啊，总想不不愿我想到这就吐了出来了。以后再骂骂我，别骂我师傅啊。啊，这个是小凤调，哎，小凤调好听啊。嗯，过去好多这个曲种了、啊，包括说东北大鼓，嗯，现在很少听得到。东北民间还有，还有各地的风格不一样。嗯，东三省啊，一个地儿一个特点，甚至说几个演员的特点都不一样。是吗？嗯，有意思，好听。好、东北大鼓一唱，就这我们学几句。你唱啊？嗯，唱几句《剑阁闻铃》的片段。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不说不愿意听，你们挑，你们自个儿挑一个，我不强求啊。那没法挑，绝不强求，是吧？没法挑。一唱起来是这歌的啊。嗯，叹君王万种的凄凉，千般的悲痛，一心似醉，两泪双倾，冷的了里根冬，愁默默，残月小星。楚陵略路迢迢，涉水呀东山哪关井，里个隆地洞间隔中有怀不寐唐天子，听窗而外不住的叮啊咚作响声，里个隆地洞外面的声音却是何物也，高丽石奏林中的雨点和那檐下的精灵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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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民间艺术多好啊！啊唱的不错，听进去您能上瘾。嗯，不光是古曲啊，我们的地方戏也是这样。是吗？在如今来说啊，嗯，京剧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对，国粹嘛。嗯，当然了，我们相声也是国粹。对，不过没有人京剧脆得很。好、啊，而且京剧那一脆啊，呸啊！嗯，狠。我们相声又完了。嗯慢慢的熬着，嗯，有朝一日要是熬得脆满脸花就算行了。我喜欢京剧，嗯，好听啊啊，是啊，有这么一出戏叫做《三元会》，哦，京剧唱出来好听啊，是字字入耳。您给我们来来啊，原唱是这样的啊，嗯、西提流水江阳阁，《三元会》嗯。秋火
天一位大嫂守盘丧，前婴儿好像罗妇女，后婴好像母亲房，本当相亲讲亲人。当然了，各地有很多票友也喜欢唱这段。对，比如说我有一个山东的朋友，叫孟二贵啊，摔跤的，摔跤的。这倒不是我师傅啊，摔跤啊，二贵啊，摔完跤没事就好唱京剧。呵，唱出来跟咱们有区别，他山东口音比较重，唱出来有山东的方言。是啊，尤其刚才这段他一唱，那词儿多了去了，哦，特别的热闹。他怎么唱的？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咱们学学啊。嗯，结婚打马斯奔那家的里呀，小爷那个路啊，撒撒马把听啊起呀，这眼撒家了拼呢，难都因为的眼色上偏家偏眼偏不偏嘛偏再要偏起呀，在前方死了别呀，高堂的母在后堂死了别呀，咋得起呀？夫妻们分那别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弟弟点点点点弟弟这么这么累白起呀，大丈夫起呀能啊，我真热起呀，咱现在两就真是又能总不的呀，肚子为饭的帮啊，早了饭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的噔噔啊噔噔，打打的滴滴打打滴打打，打打滴打打打打打滴打。三国战将有手撇招风，长坂坡前闯威风。这不一打一大起腿呀，一打一大起腿，抬抬一抬一抬抬呀，抬抬一抬一紧张。东边龙头一家叫他名鬼西呀，楚王爷一家大，龙血西呀插风大，头戴五下新拳蟒袍腰扛玉带都他。他叫他回了家呀，他哪过去呀？他叫他到了去，你怎会逃离呀？生意本来是在呀，方圆里呀，家爷和这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衫儿，那腰系着那个蓝布带儿，那头上别那个虎头簪儿，那脚下穿那个青布鞋儿，那搂住来个小金链儿，手里抱着个方块儿，一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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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摞摞摞摞，这摞在这摞里呀，小婴儿好我像个罗丝女，好婴儿好我像个扎得起，奔到乡前嫁妻。前日啊，传人让你那女呀死咋地？唱起来挺热闹啊，不过这个上长安唱的估计不行。怎么呢？人大伙不认，家门口自己乐呵乐呵还是可以理解的。嗯，在各地来说，各地方的这些个地方剧种啊，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没错，是不是？您到了这个山东一带，有山东吕剧。哎。我前些日到山东寿光去演出，嗯，当地人对什么山东冒腔啊、山东吕剧呀、啊、山东拉粉腔，哟嚯，老百姓喜欢看，种类挺多，确实有意思。嗯，看了一出吕剧叫做《逼婚记》，哦，那个角儿叫张万珍呢、啊，嗯，当初是山东吕剧团的，现如今调到山东艺校当校长去了。嚯、哦，唱几句真好听啊！是吗？一唱起来这味儿了。您给唱唱。这个吕剧一唱起来这样啊。嗯，那不做官的盼做官，你看我做官的可要多么难呐、啊！哎，没人的要米采不透，定有个巧曲儿在那里埋呀。红锅酒，昨日请的那烂中女，可为什么今天有高揽秀才？哎，柴人们，那一锅打的把他往房埋，我一大耳喝就消了你们的财。来来来，把轿子抬到了衙门里外，让你们好好照应这一位老太太。山东吕剧，嗯，多好听啊！好听。到河北一带有地方戏叫河北梆子，嘿，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啊。嗯，河北梆子凄凉婉转，哦，唱起来让人心都碎了。是吗？出了些个好角啊，哦，了不起的像什么裴艳玲先生，嗯，韩尊清，嗯，银达子，嘿，这都是好演员呐。啊，那些这个老生唱腔有意思，嗯，它分两种，哦，男老生、女老生不一样。男老生因为嗓音调节的问题，梆子的定调比较高，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本公音背公音相结合，就是真嗓子假嗓子相结合，当中这个过渡要很自然。女老生唱出来是全凭自己的本功，唱是大本嗓子，唱得响如云霄啊！叶灵先生唱南北合有这么一句，嘿，好听啊！您给来了，唱就好听啊！兵分神。
是女老生，男老生不一样了。嗯，银达子先生唱啊，哦，声音别看低，味儿浓。对，唱了四进是多好听。嗯，这两个小娃娃呆头呆脑，看起来这自然一定真不老啊！好听，嗯，梆子虽说好听，但是有缺陷，哦，出不了国。怎么呢？你想啊，京剧出国就是武戏居多。对，梆子出国，老百姓外国老百姓看不懂啊。也出过国，然后和梆剧团上国外演去，这外国人看纳闷儿。哎呦，这是数目呀，这是。这是外国人吗？演的唱点别的吧，这数目也放着，这听不懂，知道吗？这外国人，外国人也着急，听不懂。现在好了，好了，现在我向大伙儿宣布啊，嗯，因为经过我的努力，现在河北梆子能出国了啊，我们大家庆祝一下吧，来来来来来来。哎，我代表梆子们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您怎么努的力、啊？你不知道？不知道，这你不知道？不知道。我是因为我本身我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嗯，我是中国艺术研究所呀。这臭毛病别跟我这儿来 啊！我们那儿开会都这样。嗯，不行，我用外语把这个日本梆子把这梆子全翻译成日语，翻译成日语了。哎，拿日本话唱梆子，呵，一冲国把天皇乐的。哟西哟这什么天皇太不卫生了啊高兴啊天皇也是人啊天皇有几个大伙高兴了皇后我就乐坏了皇后也爱看这个太好人是吧不是电着了这位高兴嗯这个这是一个发明创造带领梆子走出了困境太好了啊这个本来想给大伙演演这个但是呢因为条件所限因为什么这个戏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像这些个讲相声的人们啊站着就能说这梆子那复杂你知道吗从里到外脸上化妆抹那个是吧穿挺麻烦这不是不是啊不是怎么着那个郭老师啊您要不简单的给我们来来咱们也听听这日本梆子是怎么回事这个啊咱们说了一个人来不了知道吗哎什么、啊、我来可以啊铁子，你会吗？你哪会这个？你日本话你都说不利索、嗯，你行吗？这倒是 啊，不，我就来那简单的，给我摘简单的，搭个戏，哎，搭个戏，以我为主，以您为主，是吗？对，你行吗？行，你愿意吗？这不强求啊，绝不强求啊，我这个人是很严谨的，我做事很严谨啊，你得发自内心，你愿意，你心甘情愿，你说好了，你愿意不愿意？你把那扇子拿那么远干嘛？愿意，愿意吗？愿意，真愿意啊？真愿意，跟大伙说愿意吗？愿意哦，底气不足啊，这是啊，真愿意。我可为了大伙儿啊。哦，行嘞，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我也喝出去了。那咱来哪出呢？您，咱们得挑一出戏。梆子戏太多，咱们唱哪出呢？唱哪出？哎呀，人纸啊，想戏呢，我这想戏。哎，有一出戏叫打金枝，这不错。哎。这戏行好不好、嗯、这个打金枝的剧情是这样的可能大伙看过电视剧、嗯、驸马郭爱媳妇呢是公主、嗯、两口子抬杠拌嘴打起来了一失手给公主一嘴巴哟然后呢这个郭爱的父亲呢是汾阳王郭子仪、嗯、他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打了皇上的闺女是满门抄斩呢就是怎么办呢怎么办绑上自己的儿子走咱们上宫里边见皇上赔礼道歉去嘿好不好好这前后人都多唯独有一场叫绑子上殿、嗯、人少就是父子爷俩俩人一个是郭子仪一个是郭爱我演这个呢我还让你个便宜让什么便宜我演你爸爸、嗯、这是便宜吗您还喊好你不会啊完全你没唱你就得应搭个架子应几句话剩下大段唱都是我来你知道吗好极载歌载舞这个戏我当这儿子就为大伙儿 啊为大伙儿啊为大伙儿当这儿子啊那我给你化化妆好不好好、嗯、大伙儿通知来还得化妆你就简简单单包装一下来来来来低头哎呵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就精神跟冬瓜似的这脑袋这还精神呢嗯没问题啊我看好你我看好你嗯来抬头大伙看看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嗯
这要是再来柳麻还好看。嗯，带笑来了是吗？有点意思。好，太好了，我也得简简单单这个装饰一下是吧？哪有什么小东西小道具？我这漂亮不漂亮？是吧？哟西，哎，你干嘛去你？你上这儿来，没事，不爱了。我以前没见过这。来来来来，看好了，这个需要一个那个护板，大伙儿看戏都知道，大官们上朝就一护板抱着这儿，你这有吗？日本大官。嗯，来，来来来来，啊，这行，哎，这行这个，来这行吗？这像吗？这个，喝谁的小搓板儿？你这不？还挺讲究哈，像行不行？行，咱们这就开始啊！来，头一场是这个，肩板啊，在后幕里边，发达唱起一场的浪荡隆咚，一个隆的唱，酷死得，趴死得，开路一马分。徒弟，哎，这边你干活来，别，别看，别，哎，八哥，哎呀，我心里痛快多了，我不是你痛快，我受不了，我们这不是，哎，对，不是太痛快，您等会儿呢，我打心里这么舒服，现在真的，你吃什么都是，哎。那个您我这怎么了？不是，没事做戏你懂吗？懂你这个表情不好，这个表情不好，你很认真的，你惹了祸了啊！你打了皇上闺女，这次全家都得完了。我这一腔怒火，尤其我一瞧你那模样，我恨得很，你知道吗？我知道吗？瞧你这模样，我恨得很，你知道吗？那我怎么办？你得很认真，你这嗨，你我啊，我还嗨，你不对嗨，再来嗨，别乐啊，很认真，嗨，来嗨。哎呀，这不要命！你师父有是日本血统啊？你这，我谁师父日本血统？认真啊！认真。那你给我扔哪儿去了？什么呀？你这是太不认真负责了，你知道吗？哎，好，哎，您这这活不行，是吧？你们把这后边那斧子给我预备了啊！别介，这要没有我就换那个，你知道吗？不是，我不拿了，来，八大唱起唱浪唱龙龙一龙的唱。你们家亲戚跟这儿了啊？人家亲戚啊？那这不是你安排好了是不是？你这不像话，你这个不像话是不是？谁给你安排好？你自个儿托付了都是。我都是干嘛我？论棍大唱浪，陪雷唱大铺得唱，哇大西呀罗死了的，一人抬萝卜带有可惜，一司马多一抬有多气呀。说来，哎，我看他多个老头一个的，哎，多亏酒，咱这日本戏，这日本疯子，哎，去你的吧。
相声就你别走，那我还用呢，那个别用了，孩子不厚道，你知道吗？孩子不厚道，这个相声就是这样啊，有挣的也得掰，哎，啊，该唱就得唱，该卖力气卖力气，对，完事呢，还有这个包袱笑料的地儿也得有安排，嗯，你不能都没有是吧？而且在这种场合演出呢，随意性就强一些，对对，你不像电视台录像的时候，嗯，导演有要求啊。你这个不能讲，你这句话不能要，你这句话不能要，这句话都拿着，是不是啊？嗯。所以最后那相声弄得跟对口的《人民日报》似的哈，没法弄。在这儿来说呢，就随意随意的，没有人来要求我们，没是吧？实际上来说，梆子却是一个很好的剧种，没错。但是现在呢，局限性也很大。嗯。啊，就是在这个，在哪儿？河北地区。啊。河北地区大家都喜欢。河北梆子。天津也有，北京也有。嗯。北京是京梆子，天津的是卫梆子。嗯，就是各地的唱腔方面略有些变化不一样哦。北京、天津、河北都有的地方戏呢，就是评剧了。就是刚才这个我们这徒弟何云伟给大伙学的评剧。对，其实来说呢，这个评剧由南到北，曾经最远的时候，连贵州贵阳都有评剧团，那儿都有。四川成都有评剧团，哇，武汉也有评剧团。嗯，可以说是全国遍地开花，真不少。但是现在呢，好像也是不太景气，对，也就局限在东北啊、天津呐、河北啊、北京一带，嗯，是不是？对，很多剧目现如今也不丰富，也不丰富。您说说，他们相声来说就是这样，一千多段传统相声，现如今经过我们演员的努力吧，现如今还剩下四百来段啊。所以说评戏也是这样，嗯，很多评剧现在，经过革新呐、创新呐，弄得挺好，挺接近歌剧的啊。哎，就跟我们的曲剧似的，嗯，曲剧现在是有着灯谜一样效果的剧种啊，你怎么听听不知道是什么是吧？这个很好，它有开发智力的作用，是吧？嗯，啊，让您想去吧。你仔细听，你仔细听，这是什么呀？日本歌舞伎不是，京剧不是，这挺好，挺有意思啊。嗯，这个开发智力挺好，挺好。嗯，这个其实过去来说，评剧里边很多老的剧目，吴家花园、张家花园、张王巧配，什么八本的杂判啊，评剧这戏过去都有不少，现在都失传了。包括回杯记，嗯，王二姐私夫，嗯，评剧老本比现在要丰富，嗯，唱腔也丰富，这人都切差不多了，一大段唱一瞧，三百来句，这太多了。咱们这舞台不适合这，人来两句得了，背不下来。拿回归记里边这个最后小生花园相会的时候，嗯，有一段滚板唱腔哦，滚板啊，嗯，要求嘴得很利索，是吗？没有乐队跟着，单凭这鼓跟这块弹板，嘿，跟着你有意思。小生一唱这个，那您给来了吧，啊，有意思，好听极了，是吧？嗯，要拍就都拍，俩人没意思。嗯，来了您。这多好，这多好，是吧？还是散了都别走，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啊！这主意不错。谁去谁花钱。嗨，一病三月无有灵，殿前饭钱全拉下，无有银两把账清，掌柜的一间翻了脸，你十个钱我打着店门厅。二哥我们住在无忌奈花子堆里的把身荣，有名花子三百六，那花子数不清。头一个花子叫赵普，他的名字赵瑞清；二一个花子叫海瑞，他的名字海刚峰。还有那丁郎赶郎亲哥俩，李富李贵二李兄，搬损也开了澳洲厂。这上的老二叫严嵩，那老贼怀着事，肩在肩来满地满着撒地撒来听底兵。众家花子动了怒，说门外打严嵩，自从打了燕阁老，热闹万岁发气声，万岁爷传圣旨，奔发配的苏州城，别人发配哪能家？二哥我这八个人呢，抬着一个小木瓦龙，发配来的苏州军，参与二妹的相争，这本一网真情话，并高兴，夹合着二妹崩。啊，真白，啊，真不错。最大的特点，你听一遍，你不知什么词儿，你知道吗？这就挺有意思的，没听明白。其实王二姐私夫是个传统节目，嗯，咱们后台啊，张云雷莲花落就唱这段，对，这个梅花大鼓有这个，嗯，烙铜大鼓也有这个，是吗？和王佩芝王先生唱的多好，嗯，不过他那是女腔唱的慢，嗯，男腔唱的就稍微快点。您会吗？八月里的秋风阵阵凉，嗯，一场绝路严霜一场，小严霜单打那根独根的草，刮了扁摔子儿啊，荞麦的叶儿上，叶儿飞南北，知道冷落，秀女在房中盼想夫郎，苏州城有一位王老丞相，家大业大呀，寡
黄有余粮，膝下无有儿，所剩下两个女儿啊。大姑娘许配了子子叫赵昂，王二姐许配了张廷秀，一去这个赶考啊六年没还乡。二哥哥走了一天，我墙上挂一道啊，二哥哥走了两天，道儿成双。想二哥一天吃了八张饼，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八斤饼六盆汤，吃完了多少有点撑得慌。二哥哥有官没官，你赶紧回来吧呀，你搀着二妹妹，我赶紧的上趟茅房。欣赏三杰会，表演者何云伟、邢文昭。刚才我师父哎跟小刘毅对说了一段叫日本梆子，哎，就是孟凡贵他徒弟。其实我也会唱梆子。哦，你也会？哎哎，我会唱非洲梆子。非洲梆子，咱俩合作一回吧。我老黑，我可不像刘毅，我摔不了那下我。说归说啊，笑归笑，哎，对对对，这叫什么呀？嗯，台上无大小，哎，对，台下立规矩，哎，没错，台上怎么斗都成，哎，对，到台底下就得规规矩矩的，那当然了，这是句俗语了，嗯，还有个俗语，您听说过吗？什么俗语啊？叫人讲礼义为先，哦，是吗？树讲枝叶为源，哦，怎么个意思？您不知道吗？嗯，人的礼貌是最重要的，嗯，这倒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呀，四维。不，对对对，您这对什么呢？对什么？我说什么了？您就对我捧哏捧惯了。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哦，这都是老话。嗯，您拿演员来说吧。嗯，上台鞠躬，什么意思知道吗？什么意思？给各位行礼。哎，这就不用嘴说了，一鞠躬完全代表。哦，这就是礼貌。礼貌，对，嗯。而且这鞠躬不论岁数，是吗？不论辈分，哦，不论年纪的大小，嗯嗯，什么演员上台也得鞠躬。那倒是。您拿我来说吧，嗯，今年23岁，对，上台规规矩矩的，嗯，给您鞠个躬，嗯，这老先生，啊，今年68岁，对，上台也得规规矩矩的，嗯，鞠个躬，那当然了，等过些年，啊，您80岁的，啊，上台表演，对，还得鞠躬，这没错。再过些年，啊，您100岁上台了，啊，还得规规矩矩的鞠躬，哎，那没错。再过些年，嗯，您1000岁上台了，啊，还得规规矩矩的鞠躬，啊，还再过些年，啊，您10000岁上台了，嗯，您还得规规矩矩鞠躬吧？你什么意思你？没什么意思。啊啊，等我10000岁，你多大？你先说说你。咱甭说这岁数，啊，嗯，这就不说了。咱就说这意思啊，这就意思到你这儿。无论你多大岁数啊，你活1000岁、10000岁、啊，上台你也得鞠躬啊。对，嗯。不过那个时候您上台 啊，这个腿脚就不大好了。那我怎么样呢？因为你都1000岁了，啊，这是、啊，您上台呢，啊，也不拄拐棍儿，嗯，就是这个两只手啊支撑着地，嗯，啊，哎。哎不是台上走，不那个度数呢，也不是太深啊，也就一点头。啊，是，我明白了啊，那不叫手，那应该叫前爪，像话吗？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您说。啊，真是这台上不分大小，先说在头了，就拿我这耍上了就。不是，这是举个例子啊，别这么举了。这个是真正的老先生，哎，毕竟你岁数是大点。邢文昭啊，哎，对，是我，邢老爷子。对，后台就这么一位老实人，嗯，哎，那这没错，大好人。哎，那当然了。我怎么知道呢？啊，怎么知道的？昨天中午，嗯，演出完了，嗯，后台演员。好些没吃饭的，嗯，邢老师知道信儿了，嗯，一招手，10个人，嗯，全聚德了，对，到全聚德摆好了酒席，嗯，烤鸭子，都做好了吃，嗯，邢老师不吃，嗯，背着手看，
我就这模样啊。饼不够添饼，哎，鸭子不够添鸭子，对，随便吃，随便吃，嗯，您是一美，对，没您是一乐，哎，吃完了以后到结账的时候啊，谁都不言语了，就是，这时候看出您来了，没错，邢老师，嗯，从您的网兜里头拿出一沓钱来，网兜拿出来。5块钱一张的新票，哎呦，点齐了一沓，哎呦，行了行了，嗯，往桌上一拍，嗯嗯嗯，拿走，啊，结账。这个功夫，嗯，谁要是说一句话，嗯，邢老师，谢谢您，坏了，怎么了？要您亲命了。哎呦，是吗？您一听这话怎么着？谢谢我，嗯，左右开弓啊，嗯，自己抽自己溜，骑大尾巴，啪啪。我贱骨头，抽的嘴歪眼斜，这晃我干嘛呀？我这都是抽的。这行了，行了，没那样。什么意思知道吗？什么意思？让人看。嗯，邢文昭请客不图谢，没错。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您家里趁钱呢？哎，反正家里稍微趁点。您家可撑得起，是富可敌国。哎呦呵，不至于。您家的财产啊，能跟国库相抗衡啊？那是和珅，那是就这么厉害呀、啊！哎呦，是吗？国库，嗯，有的时候比您家多2.8块。您知道吗？是吗？就这么厉害呀、啊！啊，家大业大，啊，有的是蛤蟆，不是要蛤蟆的，有的是鞋袜，不是我要什么呀？有的是爸爸，有的不是有的是罗马，这得够那牙花折呀！不，这没折，牙花折，甭找折，甭找折啊、嗯！有的是罗马，有的是罗马，哎，对，您家撑得起啊？嗯，是良田千顷，嗯，树木成林，对。米面成仓，哎，煤炭成垛，没错，金银成躺，嗯，票子成刀，哎，现钱成堆，就是罗马成群，没错，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不是，行了，您算算吧，不甭算了，多得狠劲，我们家都打起来了，还算呢？那应当是兄弟们。和和美美，哎，兄弟们和美，哎，对，不打架，不打架。您不是此地的人使，对不对？啊，对，你是这儿的马粪。谁说马粪了？谁什么叫人使啊？就是您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人事，人事，失实使事。哎，那行了，行了，这是多音字，这个。哎，对，是不是多音字？这年是，不是多音字，不是多音字。您家是啊，通县。哎，对，离北京40里地。嗯嗯嗯。到通县一打听，您父亲，嗯。没有不知道的，哎，那倒是真的，这是真的。他父亲有外号啊，菜猪。不，你外号叫菜猪？不是啊，什么叫菜猪？那叫财主，员外菜猪。财主，哦，主啊。哎，对，你爸爸财主啊、你爷爷刚争啊。不是，你说的财主，这财主，财主就是一个轻声，哎，这是财主吗？财主就是财主。你爸的外号叫什么？行半城。行半城，这是外号。嗯，半个通县城的买卖，哎，都是你爸爸的。这倒是，多趁钱。这没错，你趁半个通县的爸爸。没有，这都是你爸爸的。不，就一个，这玩意儿多了麻烦。不是，我说的是买卖。哎，对，说清楚了，都是你爸爸的。这倒是，你有个大爷。嗯，对、啊。叫行半球，半球，哎，半拉地球的买卖啊，都是你大爷的。对，那没错。你有半拉地球的大爷？不，没有，没那么些大爷。买卖，我要那么些大爷干嘛？买卖都是你大爷的。哎，对。你还有个三叔，对，叫行叫街啊，要饭的三叔叫街的，要饭的叫街呀、啊？不是，叫什么街？那就什么半街，行半街，哎、行半街、哎，叫行半街。对，反正家里头特别的有钱，反正有点钱啊，特别的趁。对 对, 对。可是有一样啊，嗯，人丁太少了，哎，不兴旺，不兴旺。对，你父亲那边老哥仨啊，就您这么一个孩子，哎，这还真是这么回事。您大爷是没儿没女，对，嗯，您三叔没小孩、哎，您父亲跟前就您这么一个，没错，没哥哥，没弟弟，没姐姐，没妹妹，就是啊，太孤。千顷地，一棵苗，没错，老爷庙的旗杆是独一根、就是。
你大爷，你三叔有钱给谁花？要不说呢？给您花呀。那当然了，那特别的疼您呢、哎、老哥仨拿您呢啊，简直当活宝一样。是啊，嗯，就是活宝。是啊，老哥仨嗯，拿你当心尖儿。哦，老哥仨嗯，拿你当命根子。哦，老哥仨嗯，拿你当眼珠子。嗯，眼珠子。老哥仨啊，就一个眼珠。这倒好，这老哥仨啊，一个单瞪俩瞎子。谁说了什么？你这不是说呢吗？就是说老哥仨对待你如同对待一个眼珠似的。哎呦，那么疼爱你、嗯、那么爱你。那这倒是，对不对啊、哎、没错，老哥仨关系好啊。嗯，形影不离啊。是啊，不出去总在屋里待着。嗯，要是出去办事儿去，怎么着？你爸爸在头里啊、嗯、那哥俩揽着肩膀在后边跟着。嗯，还是俩瞎子。行，回来呗。干嘛去？别么掉下去。你爸爸在头里啊，干嘛在头里？嗨、啊哎、您说这孩子，哎，你爸爸走在头里。行行，别走了，回来吧。走呢，反正是特别的疼您，特别疼您，哎、这倒是疼您爱您。哎，对，没错。您母亲也疼您。哎，对，您是吃您母亲奶长大的吧？哎，对对，没错，对不对吧？哎、是是是。您算算那时候您小时候吃到几岁的奶？吃到大概可能四五岁了。你听听，嗯，四五岁，四五岁嘛。对对对，你看这身体啊，这么好。哎，你看这身体，不、哎，是，你看这身体，我打一天都不累。不行，你是不累，我受得了。反正身体好。哎，对，为什么这么身体好啊？为什么？你妈的奶水好。哎，对，没错，你妈的奶水足。嗯，不是，这个没人比啊。不是，没奶水特别的足。就行了，没那么长的，没这么长的。这边、啊、不都不对啊，两平行着长。哦，平行的。哎，是平行的。哎，你妈的奶水足啊。不，这干嘛呢？这是、啊、行了，不是洗澡呢？这、哦、不是，反正奶水特别足。哎，对，哎，您刚吃饱，呜，胀起来了。嗯，您刚吃饱，呜，胀起来了。嗯，你妈难受啊。嗯，不吃吧浪费。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爸爸出主意。嗯，出什么主意？挤到瓶子里头啊。早晨起来，你爸爸蹬着自行车啊，挨家送。嗯，是吗？二姐，这是您的。好，老妹妹，这是您的。行了，那三元牛奶。这后来创出品牌了吗？是什么品牌呀、啊？你爷爷叫三元、啊。不是，去你了吧？像话吗？没有吗？没这名。哎，反正是奶水好。哎，对对对。您母亲疼您。嗯，那这是真的吧？哎，对，没错。你母亲为了你啊。啊。你妈找一和尚。嗯。这和尚有不四十来岁吧，还挺壮的。哎，行了，别说了啊！不找和尚，找和尚干嘛呀？你妈找过和尚没？你忘了？12岁，哦，还留一小辫儿，哎，前面剃头，行，那跳墙那叫什么了？你别说了啊，这容易误会。哦，那是没你事儿，别张嘴，这是张嘴，这是什么和尚？那是12岁呀、啊，就说那个，那叫跳墙和尚，怕我活不长。哎呀，这是上庙里的，哎，对，你妈信这个呀？信这个呀？这和尚也爱您呢。啊，对，和尚喜欢您呢。嗯、啊，这和尚给你起个法名，叫什么呀？叫。什么多尔？什么？什么？比切多尔啊？比切多尔？比切多尔、嗯？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就是比茄子多俩耳朵，知道吗？茄子精，哎，多香！什么香啊？这是法名。哎，对的。原名还叫是邢文昭。啊，对，这、啊、对不对？这没错。和尚特别爱您的。哎，对。后来和尚走了，嗯，你妈找一老道，嗯，你妈跟那老道呢，也挺好的，是吧？不是。行了，别好了，这玩意儿都悬。这个，这有老道，这老道给超度，给念经啊。老道会画符啊。哎，对呀、啊，画符念咒啊。对，保您平安百岁。这就对了。老道也没待长啊，待长了麻烦。你妈呢，又找一个喇嘛。喇嘛是西藏来的啊，吃生肉啊，啊壮。大喇嘛，行，知道干嘛吗？干嘛呀、啊？教您练武。哦，对，应该练武。哎，您跟您父亲，你们爷儿俩，啊、嗯，一块儿练。哦，一块儿练。练武。嗯。这喇嘛给你们爷儿俩一人准备了一件兵器，这么长啊。啊。宾铁打造的。嗯。啊，一根棍儿。嗯。头了是个钩。是吗？商人用的。哦。还给你们爷儿俩呀，一人准备一筐。是啊。
您这个小点儿啊，那爸爸那筐大点儿，他大。早晨起来4点钟，嗯，开始练武，干嘛呀？练武都得早起呀、啊。哦，对，不早起哪成啊？对对对对，天还黑着呢。嗯，你们爷俩就穿好了，嗯，背上筐，啊、嗯，带着兵器，开始练武。是吗？一出家门，嗯，抬头一看呢，几点残星，嗯，一钩斜月，嚯，北风呼呼直响啊。哎呦，你们爷俩相视一点头，嗯，开练，开练，嗯。我爸爸是捡烂纸的、啊、一拉罐酒瓶子也捡，这行了吗？你我行什么呀？什么捡那玩意儿干嘛？不是，人不练武吗？这是一开始哦，后来就参军了。哎，对，你爸爸跟着部队，嗯，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嗯，立下了汗马功劳，上了几岁年纪，告老还乡，嗯，就回到原籍。哎，对，通县城。对对，此时小小的通县城，嗯，就盛不下您父亲了。是吗？太趁钱了啊！你爸爸决定，嗯，移民，移民，搬大兴去。哇，这叫移民呐！找个地方住去，嗯，盖个宅子，嗯，你们家那小院，嗯，知道吗？嗯，100多趟马路，那跑嘛，那是小院啊。是啊，两趟高速，大兴县没那么大地儿啊，啊，两趟高速啊，啊，你爸爸上个厕所得坐汽车去，嗯，得走国道，当然了，2个小时，嗯，到厕所，到2个小时到厕所，你爸爸用不了啊，是吗？有10分钟就回来了，那怎么回事？掉裤子了。反正就是道远点儿，嗯，您别看这么有钱啊，嗯，有烦心事。什么烦心事儿？成天愁眉苦脸。为什么？你爸爸心善啊。对，自己是发财有钱了啊，这社会上还有很多穷人呢。那倒是，没得吃没得喝怎么办？怎么办呢？你爸爸得周济周济。对，没错，你爸爸决定，那怎么着？开个粥厂。开粥厂，周济穷人。嗯，好，这是你爸爸的想法。不，别别别拍，别拍，手别上去。不，我说这激动。行行，你别激，这会儿激动不是地方。我替你爸爸高兴啊。啊，这啊，对，这倒是，嗯，真是大善人呢。嗯，开粥厂，开粥厂，吃不着饭的，嗯，上你们家去。哦，1天3顿饭。是啊，早晨起来炸酱面。嗯，中午炖肉烙饼。嗯，晚上包饺子。嘿，哎呀，行行行，别哆嗦了啊，嗯，别哆嗦了，反正特别的讲究啊。嗯嗯嗯，这个天天吃啊，没事儿。是啊，到了年了节了，多给东西。哦，还多给东西，回家过年去，过节去。咱们中国讲究是三大节呀。哦，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对，这三大节。对，知道五月节给什么吗？五月节给什么呀？给的东西可太多了。嗯，都什么呀？给半斤红樱桃。哦，半斤白樱桃。嗯，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0黄白种的，20芙蓉种的，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1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派，10块5毒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都管换。呼，好，你看这鱼的臭了管换。要不说呢，这是五月节。哎，到了八月节，给的东西也多。是吗？都给什么呀？吃月饼啊。嗯，每人头份，给10个4来红，10个4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5个苹果，5个桃，5个石榴，5个鸭梨，10个槟子，10个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的花，3才月宫马1位，高香1封，素蜡1对，外有8斤半1个，和螃蟹是大个团旗。活螃蟹都是活的。行行行，回来回来回来。身段啊，这身段不怎么样。这是八月节，嗯嗯，到了春节，那就更多了。是吗？每人每也是人头份啊。哦，给5尺高蜜供一糖。活，给鲜果供一糖。嗯，素供一糖，酥油月饼一糖，面鲜一糖，灶往前小搓3碗，给众素炖一对，嗯，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嗯嗯，以上称供6糖，供碗28个，供花6糖，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外有1把红头绳，1包年饭果，2把灯签1个，铺垫5副春对，肩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个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个薄盔，1个藏王龛，10盏红灯花，10盏白灯花，10盏黄灯花，30张挂对，10门对，门神1张，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宵蜡1对，1张财神方位单，1本先
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里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线香，十盘盘香，一茶锅苏定，二两银子，二两爆火，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银尖煤，一百斤硬煤，五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劈柴，二斤高白面，三升高白米，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方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瓣菠菜，两根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根香菜，二斤扇子，菜粉，十块香肠，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个鸡子，五松花，五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一包腊八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一副麻将牌，一副帕子牌，两副纸牌，一副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再给一块金表，联想电脑一台，诺基亚手机一部，一人一辆海拉克小相框。哎呦嚯，真好，真好。你看看，头一天的挑费啊，20多亿。你瞧瞧，今儿早上起来呀、我看你爸爸门口还捡烟屁抽呢。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等会儿都开粥厂了，还得捡烟屁呀、打算舍呀，还没发财呢。信你的吧。今天呢，各位观众算来着了。怎么呢？郭德纲又出台了。哎，老先生啊，好诙谐。说是您第二次出台。对，今天够累的。走出这个舞台。哎，累着没事，只要大伙喜欢就好。嘿，是是、有您这句话就知道。另外呢，宣布点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怎么样？只要是听我说相声啊，啊，就别花钱了。啊？啊，别花钱了啊！啊，不光不花钱啊，还能挣点钱走，还能挣钱。嗯，听我说相声，看您乐不乐。您只要一乐啊，有人负责记录哦，到门口结账，是吧？档次可不一样。哦，那您给说说，乐着乐着啊，好。给五十，就这么一乐就给五十。嗯，五十。哦，张开嘴乐，哈哈。啊，一百。哦，哈哈哈。五百。五百。哎，根据这个乐，这个钱的幅度是往上升的，是吧？嗯，不是，你这话是真的是假的？都算上，后台也算上啊，后台都算上，都算上。只要是在这个剧场里边，院里的不算啊，院里的不算，从一上台阶开始算。那卖票的、卖汽水的算吗？他都算，也算，都算。甭说，您都算，您也算。就是啊，大了，我先乐。嗯，你乐，我先来一个吧。你会吗？哎，这乐有什么呀？老康，一乐就给钱不是吗？给钱，你瞧。嗯怎么样？给四千。啊？给四千。我这干嘛给那么多呀？您这都看见大长头了。我这损不损的？啊？好啊，好啊。好什么好？老先生会挣钱啊。这啊，我就这么挣钱的、为什么敢说这大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啊？这都看出来了吧？啊，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有钱的人，我发财了。哦，我发财了。好多人都纳闷，哎呀，这个年头钱很难挣啊。是不好挣啊，得起飞智啊，动脑子，遍地都是钱，看你会不会捡。哎，这话倒对，对吗？对，我就这么发的财。你怎么发的财？介绍介绍。美国打伊拉克啊啊。打完之后撤兵啊，剩下好些个什么坦克啊、导弹呢、扔了扔了没人买，我雇了一帮收废品的给我拉回来，来到胡同口都卸好了啊，我买个小钢锯啊，我都锯成一块一块，架一大柴锅啊，搁在里边熬，我熬完了都倒到饭盒里，一会儿拿凉水一激 ，K 出来卖钢材。我说你这都怎么想的？你怎么琢磨的？发财了，就这么发的财。郭德纲是一个有钱的人了。哦，啊，有钱了，有钱了，是吧？很高兴啊，高兴，我很高兴。打这儿起啊，啊，我还了得吗？了不得，我也买一件带领的褂子。买什么？买一件带领儿的褂子。哦，我听说带领子的褂子。买里弗尼面皮底的便鞋。好，这还真不好买。烤一块钱的羊肉串。啊啊！
买瓶矿泉水喝。哎呵，买牙膏，买牙刷啊，我体验一下上层人的社会啊。你活这么大都没刷过牙呀？以前没有，怕有病对身体不好那会儿。嘿，买别墅盖房啊，盖房，嚯，屋里边都是金银的，金银的装饰啊。十九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吊灯，嚯，重七吨半，哎呦，挂着挂着，每天晚上我爬着梯子上点蜡烛。嗨，你这不是折腾吗？点完这半圈，点那半圈，好，那半圈点完了，再吹这半圈，天亮了。嗯，这一天你竟折腾洋蜡了，这一天有钱呐、啊，太有钱了，有、啊哎，有钱了。这一出去，打车打六辆，啊，打六辆夏利啊，并排走，并排走啊，把门子卸了，拿铁丝都吊一块儿，啊、躺在后头啊，一人出去把五环占满了。嗯、我说，你这赛过那结婚的车队了，比他那热闹多了啊。多威风啊！啊，是威风。屋里边那洗手间马桶都是纯金的，哎呦，黄金打造的马桶啊！啊，镶在墙上，镶不是你镶墙上怎么上厕所呀？哎，有钱呢，雇了曲团四个说相声跟着我，把他们举着我就怼上去。好吧，太有身份了啊！有身份，有身份，太有身份。哎呀，后来这个汽车坐腻了，啊，买了一辆洋车。哦，现如今没有啊？没有。我上北海那问去，那个胡同游的那个啊，胡同游有。我说你们这哪儿做的啊？说上海一个公司做的啊。对，我给我做一个、哦、黄金打造，呵，两边镶着钻石，嘿，大钻石啊，四斤，四斤一个，呵，镶好了啊，带脚铃的。哦，老先生们知道过去这车上脚铃。对呀、啊，我这仨脚铃，嚯，仨啊，仨，俩脚一脚踩一个啊，那个拿一文明棍杵着。啊这一趟回来我比拉车的还累。就是你这不是有钱瞎折腾吗？太有钱了啊。就是了不起啊，了不起，我得吃啊啊，我得吃吃，我吃点什么呢啊，该吃的我也都尝过来了啊，得吃新鲜的。哦，吃的没别人没吃过的呀，我得问问现如今流行什么呀。哎呀，流行的可太多了。现在有人说吃泰国菜，有人说吃越南菜啊，那天有一朋友告诉我啊，现如今呢，韩国菜里边有一种炸好的叫什么玩意儿？什么？炸的什么鸡块？炸的很脆，浇上番茄酱啊啊！就现如今吃这个很时兴。哦，是。那比肯德基、麦当劳都贵。是。那么两块鸡卖78。哦，吃这个非得有钱人。哦，是哪有这种炸鸡呀？啊，我门口摊上我都问了啊，没有。那地儿没有。别说你真行，没有。我上商店，商店大大店里边吃的。哦，我告诉我说朝阳区啊，麦子店那儿有一地儿卖这个。哦，你看我去吧。啊，坐着我那车，麦子店啊，下了车啊，一进这趟街，我一瞧，呼，很繁华呀。对。燕山后边，对，嗯，两边都是那个理发的那个小小单间儿，那个那是发廊，有很多很多服务人员，哦，理发员啊，对对对，理发员都站在门口。不行啊，我得找那餐厅啊。啊，对，我回来再说，你要吃啊。走来走去啊啊，走到井里面啊，这大餐厅哦，这个门口挂一大牌子哦，挂着一只炸鸡哦，就是这儿，推门进去了，嗯，没人，就我自己，嘿，往这一坐啊，服务员，嗯，来了客人了哦，吃西餐了啊啊，这啊，你还没吃呢，先把这摘了得了，怕流哈喇子，哎，别，您一说就成了。服务小姐来了，拖着本儿啊，先生您看看。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什么那个鸡什么的？怎么了？我就是。啊！我瞧你怎么办？我找鸡。哎，回来！告诉我上后边吃去啊，对吧？跟着他后边有一单间啊，我觉得这可能这菜贵，对，大堂里不卖，嗯，推个单间嗯，
也没桌子，也没椅子，有一单人床，啊，也没有餐具，有个枕头啊。我进来我傻了，这什么意思啊？啊，把门关上啊，把灯弄灭了啊。第二天早晨呐，哎，哎哎，等等，你别这么快，这第二天早晨，你说拉完灯以后怎么着了？是不是就得听这个？拉完灯以后，你别这么快，第二天早晨，灯一灭啊，警察就进来了。我说我脚头什么头啊？他不信，我弄派出所去了。就是啊，罚钱，反正出来了。反正后来吧，啊，因为你都认识了，就成朋友了。啊，好像没事我就上那儿消闲解闷去。行了，大部分家产都扔到麦子店那趟街上了。他得，哎呀，家里一下就穷下来了。你瞧瞧，别墅也卖了，汽车也卖了，洋车也卖了，房也该给人了。哎。没想到啊，贫富之间悬殊这么大，一落千丈啊！想当初我每到中午午餐的时候，国内的饭我都不吃，就是那会儿到中午打电话啊，我这打电话还摇半了，辞职了，哎，啊，美国白宫嘛，嚯，我转向食堂找王师傅，要一个卤煮火烧，不，俩菜底儿啊，要一小二，对，来个牛扒，不要搁牛肉，直接放洋葱就行了。没这个，您这叫什么吃？那是很有钱，现如今怎么办呢？啊，一家三口，我的夫人，我的儿子，我们三口人，你看着我看着你，买完，孩子也哭，啊，我饿吃饭，嚯，吃什么吃？就是。去年春节你没吃饭，哎呀，这是出去玩会儿去，出去玩会儿去，怎么办呢？啊，我说，哎，我媳妇儿，那个昨儿剩的那根辣哪儿去了？啊，刚才我们吃了。啊，呵，真行，不懂得给别人留着，啊，这还留着？那是辣，就是不辣有点糊嘴，要命，就正着急呢，孩子跑回来了，啊，姥姥。哪个姥姥啊？哪个俩？胖姥姥、瘦姥姥，怎么的？胖姥姥是我那舅姥姥啊，有钱大胖子啊。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的亲姥姥啊。哎，瘦姥姥，关门！嚯，快点！他们家穷的连饭都吃了，关门！嚯，刚把门对上，我丈母娘到了。你说她多瘦，她顺着门缝进去。这也太瘦了，比皮影还薄。吓我一跳啊，嚯，我这口气出去把我丈母娘啪贴墙上了，墙上挂俩钉子，他胳膊这么一弹，我一瞧，呼，我丈母娘跟耶稣似的，十字架，赶紧搀起来吧，啊，搀下来吧。我妈吃完饭来了吧，那您吃打饱嗝，那是废话，但凡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啊？就是啊，没事，快来正好。怎么样？上炕好去吗？我们家那炕啊是宝炕。什么叫宝炕啊？一头大一头小，一头高一头低。嗯，只要是没吃饭的时候，都脑袋冲下，腿冲上，空着是吧？躺下俩小时饱了，再躺就空死了。啊、把心火控上来了啊！一会儿功夫天可都不早了啊，外边已经黑了，黑了。我说都睡吧，睡醒了明儿就得了，都躺下躺下。家就一床被子啊，天也凉了，全家就一床被子，一个被子，跟口罩那么大。嘿，那能盖什么呀？孩子盖肚脐眼儿，省得闹肚子。丈母娘跟我媳妇怎么办啊？哎呀，这个要亲命，躺着别动啊，我给你弄被窝去。哪儿弄去？出去弄两筐土进来，拿铁锹给他弄圆了都拍好了。行了，不是，你就埋上得了，还拍拍干嘛呀？好了，翻身是留神啊，别冻着你们啊。他们是有着落了啊，这娘俩多大道火啊！谁买我呀？就是，谁买你呀？我怎么办？我冻着不行啊！我倒找了一枕头
扯一块砖头啊当枕头盖什么呀，盖什么呀，门口有谁家有半拉水缸，呵，破水缸啊，把它拽进来搁在身上盖着，呵，盖着水缸枕着我这个小枕头，哦，这块砖头，哎，这水缸不错，挺严丝合缝，我这小被儿啊盖好了，嗯，睡吧睡吧，夜里12点，嗯，家里闹贼，你们家还闹贼，还有这么不开眼的人，就是偷我，这贼偷你，还偷我，哎呦喂，摸着黑进来的 啊这儿摸那儿摸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一眼就瞧见他了，是饿得我眼睛不是亮着呢啊，偷我，偷你，我连动我都不动，是吧，一伸手把我这枕头抄起来了，哦，那是砖头，小贼真受生气，人哗，整砸脑门了，哗，血就下来了，这贼也倒了霉了，我在这儿哎呦哎呦，我乐乐了，小贼认便宜了哈，怎么呢，得亏是枕头，就是被我砸你早死了好，那刚要砸人可受不了啊，起来，嗯，我们两口子也起来了，拿绳子把他捆上，嗯，认打认罚吧，哎呦，您说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就是认打把你炖了啊，把他炖了，炖了，嗯，哎，那你炖了我吧，嘿，不要跟我犟嘴，你以为我不敢炖你，我们家要是有锅我早炖你了，没那么大锅呀，锅都让我卖，嘿嘿，我罚你吧，哦，您罚什么呀，罚你8亿美金啊，小偷说那您这是胡说了，就是您翻我身上看有多少钱都是您的，嘿，啊，行，一翻翻出就1块钱，是啊，贼有多少钱的，哎，你太可怜了啊，1块钱就敢出来偷东西啊，啊，你也不考虑这后果是吧，啊，这哪行呢，真是，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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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解着绳子把他轰走了，好，啊，我说回来回来，啊，回来干嘛还回来啊，回来扒他这身衣裳，嘿不，贼不走空，连裤衩都扒下来了。嘿，你损不损呢？改个帽子是吧？你走吧，走吧。他跟我央着，央着什么呀？我借您的被窝行吗？啊？我穿着您的被窝出去啊？啊，这那口罩啊？不，这不是这会儿出去让人打死啊？我给你，把那水缸给他，拿手搁这儿啊！我谢谢您啊，我就不跟您客气了。恕我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力。坐在这把我媳妇儿啊坐对联，咱们商量商量吧，商量什么呀，我们现在又有了资金了 啊就这1块钱子，为了这笔贷款啊，我们不容易嘛，啊，是不是，明天早上我就开始出去上股市炒股去 啊这别炒了，这炒了有一个礼拜我能赚个3000万-5000万美金，好，又拿它放高利贷，到月底啊咱们跟比尔盖茨就平起平坐，又想发财了，越想越高兴啊！这会儿天亮了，天亮了，门口过一个推着早餐车卖早点的，哦，卖吃的的，我门口有这个啊，有有有，油条、麻花、烧饼、炸糕，对，豆腐脑啊，粥啊，还有面茶，哎，面茶梅子面的，梅子面喝，哎，对，好喝呀，啊，好喝。我媳妇儿别着急，咱先整点吃的啊，先整点吃，你拿着钱出去去，先打一锅面茶进来，对，老少的先喝喝，对，行行，我去我去我去，嗯，啊，我说你化个妆，化妆干，化妆化妆干嘛，你通好看一点的卖面茶来看，保不齐多给几手，啊，是吧，这个心眼全用在这儿，洗洗脸啊，梳梳头啊，画眉毛，成了，呵，弄眼睫毛，哎呀，这这这这，别紧着捯饬了，画口红，哎呦，嚯，这大嘴得喝多少面茶呀？画的倍儿利索啊！拿着锅，拿我别拿着太大那锅啊，啊，拿咱家那小锅就行啊，小锅都这么大。拿着锅，拿着1块钱往外走啊，刚走两步，哎，德刚，说干嘛？这钱是假的啊？假的？哦，什么年月啊？刚挣了1块钱还是假的，就是不是假的也不要紧的，你出去冲着卖面茶的就乐，把他乐迷糊，没事他顾不了真假，你去吧，拿着出来了，傻小子站门口正卖呢，卖面茶，早点吃早点，我媳妇出去了，哎，卖面茶的，您这锅啊给我打一锅面茶，对，我们家这锅这么大个，哎，是他那锅这么大个啊，好，拿起他那个哗先倒到我这里，我媳妇多聪明，聪明端着锅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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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他一大口啊，他先喝饱了，就是一会儿万一发现钱是假的，那不就白落一肚子面茶吗，啊，反正给你钱给你钱，卖面茶的接过来，
眼泪都下来。怎么了，大姐？您这钱是假的呀？哦，他也看出来了，是假的。怎么着啊？不是，不是，我是说这意思。怎么意思？您要是印的，您都对得起我。这是钢笔画的呀，这是。啊！您这个假的太厉害点了。就是。光天化日，人就拿这个出来啊？好，废话啊，别废话，乐意拿拿出来给我啊，拉倒，一边存银行去，我告诉你啊，那算你识相，拿你那炸糕啊、油条啊，给个3000个、5000个的啊。啊！现在进来，把车推进去，走吧啊！我媳妇是以礼服人的啊。哎，行了行了，还没意思。他的站这一致的倒气儿、嗯，哎呀，哎呀，真是气的，哎呀，噗，吐一口血啊。哥，我媳妇心说管你那个去了，过去一伸手啊，俩手抓了16个炸糕，抓起往嘴里搁，好好啊，卖面茶的不干了啊，噌就过来了，嗯，跟我媳妇打起来了，嗯，我媳妇哪是他的个儿啊，可不干了，拿手举起这锅来往上扛着这拳头，烫一下子，哗啦几下子，当时就翻了，整个这些面茶连血全糊在脸上溜，我媳妇不饶人呐，嗯，手一劲儿的往嘴里糊弄，你知道吗？俩人打起来了啊！我在门口全瞧见了，全瞧见了，心里一阵的烟心呢 啊， 啊！什么年头？他怎么欺负我们这样的人呢？嗯，我们是很老实的人呢啊！嚯，做事很严谨，他这样是不对的呀啊！是，这真了。我媳妇儿也急了 啊， 啊，俩俩的往嘴里塞炸糕啊！真气坏了，这是啊！对，那是饿坏了。卖面茶一抬手，嘡！哇！我媳妇踹躺一大脚丫子往脖子上一踩，嗯，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嗯，我一瞧这不行啊，直翻白眼要死了，嘿！我赶紧出来了，来到跟前使一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到跟前一使，哎，抓他一把油条，我终于又看见粮食了，我。我一吃油条卖面茶，这小子真疯了啊！扭头问我就过来了，这一抬脚，听我媳妇儿这儿搂一声啊，死了，炸糕咽下去了。刚才这是说的节目，这叫卖面茶，也是传统节目。早先这个节目叫周挑子，对。但是呢，有的语言呢、啊，情节脱离时代，对。如果不再抢救一下呢，这个作品可能就彻底的去世了。对，我们经过探讨和后台老先生们的一起商量，哎，把它又搬到舞台上，对，希望有更多的传统节目起死回生，对，是不是啊？对，这个艺术界来说呀，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这个形式，对，为什么呢？每到不同的时代，演员们都受很大的冲击，哎，受到一定的打击啊。你说这个想当初吧，嗯，有皇上在的时候。演员们受气，哦，军阀的时候演员受气，对，国民党时期演员受气，哎，到剧场看演出，各色人等都有。那阵演出呢，都是打零钱，哎，拿一小笸箩，嗯，哎，拿手捏着，下去之后费心，对啊，我们这要钱，对，给多少钱都有，对。打零钱，零打钱的，但是不是说每个人你去的都能要钱？那当然了，因为什么呢？你看这普通观众你能要钱，嗯，但有的人你不能要，你不是干嘛的？就是什么人不能要呢？你看，比如说穿马裤，穿个马裤不能要，这为什么不能要啊？这是给这个日本人遛马的哦。穿西装不能要，这怎么不能要啊？特高科的，哎呦，13太保搁在块敞着，这是地痞哦，不能要。穿军装不行。杂牌军的部队哦，穿二的棉袄不行，怎么不行啊？这是侦缉队哦，就这玩意儿啊。跟您这么说吧，穿衣裳都不能要。哎，对啊，你上澡堂子要去，就是啊，走到这儿，您费心找人要钱，嗯，只要看你一眼，你扭头赶紧走，为什么呀？不，您好，这就了不得了，这就啊，这就有娄子了。什么娄子呀？你知道他是干嘛的？这带一牌儿，你知道什么部门的？什么党派的？带一牌儿，那了不得！每次到这赶紧躲开。嗯啊，俩礼拜也纳闷到底是哪儿的，看看什么呀？啤酒瓶子盖，补半年的票啊。就是，所以说这个过去不好干，不好干。但是呢，包括到解放初期啊，艺人们也挺难。哎，为什么呢？那阵来说都要求讲那个新节目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许唱。对，都得改啊，都唱新节目。哎，哪那么些新节目？那个文化，咱现编他也来不及啊。对，净胡来。嗯，说评书的那个啊，嗯，一拍桌子，
说什么？话说朱总司令啊，头戴金盔，身披金甲，怀抱机关枪，我电步灵腰蹭上了房了，在屋顶上是怒斧豪行，挺身而起，高叫敌人：“你们来呀！”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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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火！这不是朱总司令啊，这是谁呀、啊？杨三武，这是就是不像话。哎，后来到了这个文革期间呢，演员们受的冲击更大了。哦，文革也受冲击了。他这个河南新乡有一位唱河南坠子的演员啊，那时就是文革的时候，啊、不让唱老的作品，唱新的吧。唱新的呀、啊。爱听文来周恩来，爱听武来唱何龙，爱听简来又林彪，这个爱听中啊伟大领袖毛泽东啊，咿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呀。别鼓掌了，他判了12年。火，招谁惹谁了？天津有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丁志云啊，每天早上起来海河边解放桥这儿喊嗓子，哦，造反派给弄起来了。怎么什么天天在那喊？说不说打你？对，我练嗓子打。练嗓子也打。我练功打不对，你胡说。费力你说，到最后没辙了，我站着跟台湾联系。火。河哪跟台湾联系啊？啊，你怎么联系啊？我每天我咦咦咦啊啊！我喊完了，那河底下上了一人啊，台湾来的。他从哪儿来啊？那个桥墩子上有一窟窿，通台北。你这胡说八道呢！挤的都胡说八道，一点不挨边儿啊！浙江京昆艺术剧院有一位旗派的老生叫赵林童。哦，赵先生唱得好啊！没正式拜麒麟童先生，但是私书全是自己学下功夫。哦，学棋，但是不死学。哦，那没有说把自己嗓子都喊破了、喊哑了，啊、是没有，有自己的特点啊，唱两句多好听啊！是吗？我喜欢。他要前两年他去了台湾演出啊，追韩信斩韩信，哎呦，唱双出，那好啊，唱起来多好听啊！四连功斩韩信有几段唱啊？有这么一段啊？您给来两句，咱们学一学啊！来了。未央神功十斤地空泪狂，你催泪狂，孙一身响不停断地，楚平王无道心无恩义，不该负那子的妻，银锭的脚不想与改换，马高为无子虚，他的父上殿把本的气，怒恼了奸则非无忌，他身功是下一条的计，可怜他无子虚，一家大小散播鱼口，一刀一锅血染衣，子虚逃去赵官的，虚妄无辜把兵提，越王勾践真王威，吴王他杀了伍子胥，说什么忠良死的苦，到什么忠臣死得去，可怜我汗马的功劳天公尽弃，难道我今天要割据伍子胥，也要身受礼。好，真有点味儿啊，唱得好，唱得不错，咱们是学人家一丁点皮毛，哦，连人家赵先生万分之一都没有。是啊，这么大的艺术家怎么样，文革的时候不让唱。哦，也受迫害了啊。他在杭州嘛，浙江嘛。对呀、啊、杭州干嘛去呢？干嘛呀？小笼包子门市部那儿看包子。看包子？站着卖包子。呵，侮辱人呢。啊，这么大艺术家手上一屁搁那儿站着，站着人都发傻了啊，打成反动权威呀。嚯，了不得了不得，老百姓们都站着看着。嗯，赵先生，赵林童，赵先生就是唱得好啊。多好，不让唱啊。啊，嗯，那个造反派那头李文山说了，哎，不、嗯、没有啊，没有啊，那是张文顺、哦、啊，不是我啊，我好。嗯，咱们去求求赵先生唱几句吧。嗯，赵先生给唱几句啊。我能唱，不让唱啊，没事，我们这都是跟前都咱们自己人，都您戏迷啊。啊，对，你看我们好几十人了。对，您小声唱几句啊。对对，完事回来这个我们大伙买您包子。那还唱哪段啊？拿起一个包子来，老头眼泪都快下来了。哼，
这么大的一个角儿，现如今让我卖包子，难得有这么些个知音听众爱听我呀。嘿，好，好，老戏不让唱，我就随便唱几句，大伙听听吧。对，哎，我一曾开眼泪难。下面请您欣赏学四相，表演者何云伟、李菁。您换一场，这回要该您了。对，李菁，李老师，别叫老师，我叫何云伟，您叫李菁。哎，是不是这二位啊？是啊，你连你自己都没弄明白呢，说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啊，不是一般的关系。那什么关系啊？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了。什么叫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啊？就是说我父亲跟您父亲，老哥俩就相好。哦，打他们上辈开始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您给形容形容。谁瞧不见谁呀，都想谁。哦，你爸爸要是有一天看不见我爸爸怎么样呢？你爸爸上我们家啊，叫我爸爸。哎，不是，您先等会儿吧。这关系就这么好。你就这么姊妹。这话里有毛病。什么我爸爸一天瞧不见你爸爸啊？堵着你们家门口叫你爸爸啊？那我没辈儿了。不，我们家人也上您家叫去。啊，也上我们家叫，礼尚往来吗？那我就平衡了。我儿子跟他儿子也相好。哦，我儿子要是有一天瞧不见他儿子呀，怎么样呢？我儿子上他们家叫他儿子。走吧，哎、走吧。您这占便宜，这是？这不是占便宜吗？啊，关系好。您甭这么形容。我经常去您家呀、啊。这倒是。探讨相声。嗯。相声四门功课知道是什么吗？这都说好几回了，说学逗唱嘛。这个学您学不过我呀。那有什么学不过你的，我学的可多了。是吗？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装个聋子做个哑呀，学个大姑娘小媳妇，各种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我都能学。这刚才我说一遍啊。小蛇说的那不一样。小蛇不一样，里头有区别啊。是吗？啊，听说您刚才说那大姑娘老太太怎么着啊？大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这您行吗？你太行了，这我是最拿手的呀。哦，您最拿手。小个大姑娘老太太我是最拿手。那咱们俩来一回啊，学一学。学大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行行行，行吧。那您来谁？我来这大姑娘。对，嗯，因为您长得媚气嘛。啊，这你都看出来了。女的女气的。真是真是。什么叫女的女气啊？就是长得反正比你顺溜点吧。嗯，我来大姑娘。那也不见得。嗯，我来那老太太。啊，行。我这老太太是72岁，我这大姑娘刚19。是的话啊，看您小子像不像。行啊，两个人在街上遇见了，嗯，要聊一聊天，叙叙家常。是，您姐这边来。你打那边来。我姐这边来。现在开始就看您这大姑娘了。哎，老太太来。Go go go yeah yeah yeah。 来，哟，这不是姥姥吗？妞妞，什么称呼啊？这是干嘛去啊？啊，干嘛去？这不是买花去吗？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了。是啊。你怎么没接呀？没听见吧？你爸爸接的啊。说你出门了。
啊，我找你好些日子了。你找我？你这是怎么了？不想见我？是不是不想见我？我见你干嘛？你说清楚，是不是不想见我？这，您别老这样啊。其实啊，我一直喜欢你。你喜欢我？真的，我一直喜欢你。哦，我也知道。你也一直在爱我。我呀，可就是你父亲总是反对咱们俩人的结合呀。是啊，他这样做不对呀。嗯，破坏咱们俩人的关系。哟，哎，你还记得吗？啊，上礼拜六我请你看电影了。是有这么回事。我等你俩钟头，你为什么不去？那不是我妈管得严吗？今天有时间吗？今儿倒是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走啊，跟我洗澡去。这你玩去吧。我哪玩去？这什么老太太呀？这是啊，这是老太太吗？这是老太太的儿子。啊，那老太太呢？老太太没在家。干嘛去了？游泳去了。72岁老太太游泳啊？老运动员了。老运动员不怕沉底啊？不是，这小怎么样？也不怎么样。你看我这老太太啊？不行啊，掉一个吧。怎么掉？你看看这老太太吧。不是，您要学老太太？哎，你来大姑娘。72岁的老太太可不好学。啊，你看看我学的呀。那我来大姑娘了。你来大姑娘吧。你来老太太。哎，叫过来了啊。哎，卖豆腐的，卖豆芽的。哟，这不是二姑娘吗？这是谁呀？我呀，大妹子。对，大妹子了又。好些年不见了。哦，你怎么老成这样了？你也不绍兴了。您看看这一脸褶子呀。是，回想往事，嗯，我是历历在目啊。你给说说。想当初啊，你父亲就是反对咱们两个人的结合呀。这又接上了。你现在挺好的。那倒是不错。我听说你老伴儿前些年故去了。啊，就剩我一个人耍单了。我老伴儿也死了好些年了。哦，你要是乐意的话呢？啊，咱俩先同居着。我同居什么呀？同居先凑合凑合。你甭凑合了啊！这是大姑娘啊。这是大姑娘的爷爷。您老找便宜，这可不像话。什么叫找便宜？这咱不学这个了。那学什么？咱学一回聋子打岔怎么样？聋子打岔，哎，这我可拿手。聋子打岔行吗？你说东我说西呀。 啊你说打狗我说追击。是，这打岔打得好着呢。有意思有意思哈。咱就学这个了。咱学这聋子打岔。嗯，要学这个呢，我得是你二大爷。哎，我是你四爷爷。又瞪眼啊？没瞪，就这么大。不是，什么叫四爷爷？你什么叫二大爷呀？您不知道，因为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耳朵都沉。哦，这倒是。再者说了，咱这是街坊辈儿。哦，论着是二大爷，叫不叫的没关系。嗯，你要不叫呢，我还爱挑个理。瞧，这还矛盾着，行不行？啊，行，可以吗？行，可以。那咱就来这个聋子打岔了。聋子打岔了。啊，行了，行了。嗯，那您这边来。啊，你打那边来，开始。你看。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我的灰姑娘。这老家伙年轻的不定害过多少人呢。上了岁数了。嗯，眼神不济呀，腰腿也不灵了。哦，昨晚上蹦迪呀，把大胯还扭了。您什么岁数您还蹦迪呀？不服老我是不行啊。是，哎，我得理，不理他挑眼。哎呀，太阳。哦，认出来了，我当是谁呢？啊，二秃子。哎，您别叫我小名儿啊。我是你二大爷。啊，我认出来了。见着面理着点儿。这不理您了吗？啊，我是你二大爷。啊，是说一回就得了啊。你装不认识可不行。这不理您了吗？我跟你爸爸有交情。是知道啊。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兄弟的交情。哎，对，小 Z 啊，你小的时候二大爷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拉过青石。你亏心不亏心呢？一晃都这么老高。是，晃的时候还没你呢。
我是你二大爷。你说一回就得了啊，见着面理着点儿。这不叫您了吗？您上哪儿去啊？你说什么？我说您上哪儿去？哦，你问你大妈呀？这谁问她了？游泳去了。啊，还是那老太太？没在家。这行，您上哪儿去？什么？上哪儿去？大点声，哎，听不见。这声不小了。您上哪儿去？你是说话呢？那我这放屁呢？听不见呢。您上哪儿去？这小子干张嘴不出音儿啊。哎呀，您上哪儿去？你要把我急死啊。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呀，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啊。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什么？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呢，身体挺硬朗的。哦，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那谁问他了？他可不如你啊！你多好啊！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哦，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啊，您甭这么比啊！他不小好啊！怎么不小好？吃喝嫖赌，最近我听说又当了扒手了。你瞧瞧，逮谁偷谁呀？哎呀，您别着急。他不小好啊！有功夫跟谁学的呀？有时候您跟我说，跟你学的？不是跟我学的。几年了？没这么回事儿。五年了。你瞧瞧，您听不见呐？你上法院呐？您听不准？明儿公审呐？哪儿啊？我得旁听。哪儿啊？啊，丢一裤衩啊？哪儿跟哪儿啊？你又偷一烟卷啊？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还有一捆凉席呢，我真生气了。哦，明儿要枪毙呀、啊哎！老王吧，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二大爷，哎，你就听得见这句。怎么意思你？你干嘛呀？动手动脚的，这是您老占便宜，像话吗？这不是占便宜，这是剧情。这什么剧情？咱不学这个了。咱们学怎么样吧？咱们学一个哑巴打手势。哑巴打手势，行吗？聋哑人。哎，聋哑人，你来点哑巴吧。啊，不，你活哑巴。我不来哑巴，活哑巴还。我学的好，我也不能来这哑巴。你来哑巴。没事，刚才学这聋子打岔，我吃多的亏啊。学哑巴再不让说话，这还活了活不了啊？你来哑巴，你别说话了。我来这哑巴。哎，那这哑语你能翻译出来？我来哑巴翻译啊。行吗？行啊。那我考考你啊。可以。你说这是什么啊？啊，哑语啊？什么呀？这个四方的电视，不是电视啊，不是电视，不是电视，火柴盒有那么大吗？那啊，不是火柴盒，不是火柴盒啊，窗户不是起飞式，想好啊，你甭起飞式，猜不出来了，猜不出来了啊，豆腐，豆腐，四四方方。哦，这四四方方是豆腐，那是豆腐。那您这什么意思？冻豆腐。冻豆腐。行行行，没有这么一句哑语里头啊，您自己编的这是。反正是这个，您能翻译出来吗？大概齐吧。反正尽量您翻译的正确一点。哎，可以。大伙儿听得明白。嗯。因为我不会说话了嘛。是是是。这个哑巴呢有三直。哪三直啊？眼直、心直、腿直。这是哑巴的特点。我要把这个模仿像了。嗯。行不行？可以。咱来这个。可以。咱们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啊，后来分开好些年。年了，嗯，今天遇见了，要聊一聊家常，要叙叙旧，就看您的翻译了，就是这剧情了。我一拍脑门，我就不说话了，就哑巴了，就哑巴了，开始，就看您的了啊，来嘞，哑巴了。这什么意思？这胳膊怎么了？不是，这不是腿直吗？啊，腿直，这胳膊呢？啊，胳膊也直了。胳膊自然点儿。啊，胳膊自然点儿。胳膊自然点儿。那再来吧，您吓着谁啊？哑巴，哎，啊，哑巴有答应的吗？有叫哑巴的吗？还不能叫啊！这聋哑人呢，你得尊敬人家啊。哦，我这儿不能说话，您得翻译。我就跟你比划了，跟我比划就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哎，不是你不是说比划吗？
您别，我哑巴，您别不哑巴啊。那我还是哑巴呀。什么叫别不哑巴？我哑巴，你别不哑巴。我别哑巴，你别哑巴。哎，我来个哑巴翻译。您来个哑巴翻译。我得说话，看您翻译的正确不正确。行，再来啊，再来吧，太费事了。来吧，再说。这是小哑巴，认出我来了。哎，你瞧瞧，激动了啊！我怎么了？啊？我跟他，好，姐这么高的时候就认识，一块长起来的。嗯，你啊，我啊。我这拜了把兄弟了，对，把兄弟，啊，是什么？哦，您说分开了，不见面，五六年了，您记得不对，九年了，九年没见了。嗯，对。哎，你瞧，又来了。啊，行，激动一回就得了啊。啊，九年了。嗯。啊。我。啊，这么高的时候。好，胖，比现在胖。对，小的时候。对。现在瘦了。你也瘦了啊！哎呀！哎呀！这怎么往外蹦字儿啊？这哑巴！啊，不是，您说我瘦了，我老是忙啊，东跑西颠的，东跑西颠，忙累的。啊，东跑西颠啊！行，这甭蹦了啊！累的。那就行。啊，小时候胖，对，小的时候，这腰啊，啊，不，跟水缸似的，啊，小的时候，啊，大腿，不，跟防驼似的，瞧瞧，啊，小时候，嗯。这脚不跟小簸箕似的啊，小的时候这胳膊不跟房梁似的啊，小的时候这脑袋跟蒜似的，你这我这么大身子这么点脑袋大着点啊，哎，气球这是，别拍爆了啊！别拍爆了，这么大，哎，脑袋这么大，啊，小的时候，这脖子，跟馅儿似的。行了，我这么大脑袋，这么细脖子，耍流行呢这儿，啊，脖子，哇，胖啊，胖，嗯，为什么呀？说相声。唱快板累的啊，说相声，对，唱快板，哎，对，刚唱完了一段，哦，你也来，你练这白练，你这啊，行，别打，你也就打两下就完了啊，行。你撂，你别糟践我们这玩意儿了，这你还唱呢？啊，你也听出来了？对，别夸，啊，啊，跟你差不多一边高。哦，戴一眼镜儿，嚯，连鬓络腮的胡子，嗯，肚子大，啊，揉俩铁球，这手拖一鸟笼子，
您说这是我爸爸呀？哎啊，这哑巴怎么蹦字儿啊？这啊，是问我爸爸不是吗？啊，行了，肯定一回就得了啊！行行行行行行，死了，死了，死了。哎，对对对，啊，感谢，还有声儿，哎呀，真的死了，死了。死了，对对对，烧了，烧了烧了，难过了，哑巴难过了，哎，小时候我爸爸净给他钱花了，行行行行行，难过得有失有闪，行了，啊，你别哭了啊，再哭我抽你，倒真金劝，你看见没有？啊，啊。好，这明白了。您说我父亲原来老遛鸟，身体好，怎么一下就没了呢？脑淤血突发事件，脑淤血，脑淤血啊！哎，你爸爸才枪毙了呢。什么呀？脑淤血知道吗？啊，病，哎，死了，死了。哎，别难，别难过，别难过。还打算问点什么呀？啊？哦，这么高的个儿，哎，嚯，这脸那样，哦，没牙了都，嗯，走到那样那个，我妈，那是我妈，对对对，哎，你妈才死了呢，我别烧啊，我妈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身体好着呢，哎，没有，啊，又打算问什么？同辈儿，哦，比我大点儿，那我哥哥呀，我哥哥，哎，啊，没死啊，你呀那边待着去吧，你别离我远点吧，逮谁烧谁，像话吗？我又跑那儿烧去了，怎么怎么好啊你？没死，活着呢。哎，对对，跑步。哦，同伴比我小点儿。哦。啊？哦，这头发烫成那样。嚯，这眉毛这么长，你瞧瞧，哦，拍好多粉，哎，啊，嚯，哎，这口红，哎，戴耳环，哎，行了，这就别比了，不是，上头就看明白了啊，我妹妹那是我妹妹，我妹妹，对对对对，我妹妹。啊，您记错了，二十三了，去年二十二，今年二十三了，哎，二十三了，我二十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干什么？啊，把我妹妹抬出去。教我妹妹吹喇叭，啊？什么呀？起来！啊？起来！啊？好，教我妹妹演话剧。我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结婚啊？出门没车了，我们就不管了。车这下午是一个接一个啊，节目的安排也是跟吃饭一样，嗯，酸甜苦辣咸都有，对，不能都一样，嗯，是不是啊？嗯，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哎，谢谢大家，哎，一下午呢，张文顺张先生呢，这是第一次出场，对，老观众们都熟悉 啊，都认识，歪肩膀为记啊，啊，别老提这行吗？啊，大伙儿不太了解这个，都知道啊，啊，老前辈老先生，不敢当。相声不好说呀，
啊，不好说也得说啊，不好说也得说，有这么句话，年年难干，年年干，事事难成，事事成，哎，是这么句话。我们希望相声能够发扬光大，对，也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来支持我们，哎，希望咱们的传统艺术喜欢这个相声、啊、发扬光大。对，相声演员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坑蒙拐骗，那是你们、嗯、那是你们解放后改的，你们谁解放后，解放前也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每门功课都不容易，哎，拆嘴里得利索，哎，嘴里不利索说不了相声，对，是不是、嗯、前辈演员高德明先生有这么几句话，哪几句啊？说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滋的一声，您猜怎么着，怎么着，死了，哎，这干巴利了脆，干板剁字，哎，嘴里有毛病不行啊，有毛病，花200钱买一小猪，接着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墙头扔出去，怎么着，你猜怎么着，怎么着，死了，哎，这种病叫焦舌，说不了相声，对，结语也不行，哎，结巴磕子，说相声说不了，那难了，不光说相声，你、啊、电台播音也不行，播音要是哪个电台播音员是结巴，要死词好点，刚才最后一响啊，哎呀，北京时间7点看表，8点半了，嗨，这导演一个钟头气，说不了相声，哎，是不是？对，还有我们这个学，我们学，刚才这个何云伟啊。跟我们这类神经李菁啊，神经李菁啊，李菁，俩人这个作品叫学四相，哎，这段叫四相，传统的节目，对，以学为主，全通过演员的肢体语言，是，这就不是说相声了，哎，这是演相声，这里有表演的成分，是不是啊？对，当然有纯学的节目，哦，还有什么？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学这个叫卖，哎，街头叫卖货生，对，在座的不知您哪位是跨国的耳朵勺公司的总裁，不是，您晚上大公司吧，您肯定知道广告两个字的重要性，媒体的厉害，现如今广告很丰富啊，电台呀、啊、电视台、啊、网络呀、啊、报刊呢、啊、过去不行，多媒体全指着这个走街串巷的吆喝啊，也有电台小买卖做不起，大买卖上电台卖牙签做回广告，怎么样，这35年白干了、嗯，不做好不好，是不是，对，北京城最讲究吆喝，是什么，9枪18吊棕绳翘扁担，东西南北城，就拿卖菜来说，哦，青菜挑一扁担，前后箩筐10几件青菜啊，一口气吆喝出来就跟唱歌似的，一气哈成，好听啊，是啊，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芹菜来扁豆，青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凉的香椿的蒜的好酒菜，买菜啊，卖糖葫芦也吆喝啊，北京讲究，东西南北城是各不相同，城里城外不一样，北城最讲究，对，深宅大院居多，嗯，声音要飘飘雅雅，嗯，吆起了这味儿的，对，你来冰糖葫芦来哟，嗯，让院子里面人听得清楚哦。南城不一样啊，南城是小街门居多，大杂院居多，张嘴就得听见，哎，一嗓子就得听见。张先生学的，得要的明白。嗯，哈，冰糖当然的。瞧瞧，这有点遗传啊。哎、谁遗传啊？你俩买这个？您父亲不是南城糖葫芦协会？不是，没这么一协会。糖葫芦到山东啊，不叫糖葫芦，叫什么？冰糖酸枝。哎，山东济南府。哎，到了天津叫糖墩儿。糖墩儿。糖墩儿。那怎么吆喝？吆喝一个字儿哦，墩儿，墩儿，有点天津味儿。大黄瓜的糖墩儿，哎，大大咧咧，这样吆喝。嗯，天津红桥区有一个人吆喝是与众不同。他怎么样？哎，这是没有糊啊？什么意思？形容这红果干净，一刀切开把糊开出去，吃个卫生。哦、嗯，这是没有糊啊？他这买卖，他做火了，成品牌了。那个跟前多少家，他不卖完了，别人开不了账。这好办呀、啊，跟他学啊。跟前有一个人也跟他学。是啊。哎，这是没有糊啊？哦，一分钱都没卖。那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卖核桃的。嗨，你倒霉去了。核桃嚼它干嘛？没法弄，是不是、哎？天津过去有一种卖药糖的吆喝好听哦，小伙子居多。对，捯饬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挎、嗯、一玻璃盒子、啊，里面是各色的药糖，哦、赤橙红绿青蓝紫、嗯，上面有这么两条龙，当间一嘎斯灯、哦，装上电池，晚上锃亮，嗯、脖子上一挎，人也干净，糖也漂亮，走着街上吆喝，一串一串的，有浓郁的天津风格。怎么吆喝？咱们学一学啊！啊，买药糖哎，谁还买？我的药汤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地买，少地少，卖药汤的又来。
听着就凉快。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做活的针，哎，一号两号几号都有，钢针，地上铺一块布、啊、把这针的都码好了、嗯、手里拿着这么一块木板，干嘛用，手里捏着这针往上甩着一多一溜，准是五个啊，招牌，嘴里边唱着手里边弄着，是吗，呀好这个钢针边上多，武松打虎惊杨婆呀，是啥那个太保李存孝赵子龙大战长白婆呀，曹猛子带领人马八着三万江东国呀，张翼德一声喊，没八喝杨队长，哎我哪喝，有时候也不准的时候，哎有不准的时候，跟你还得留神，哎这是卖这个真的，卖真的，哎很少见得到，对，现如今呢、啊、这个吆喝的不多了，哎大部分都不吆喝，是不是，也就是有时候就磨剪子的，磨剪子的呀，抢菜刀，有这个，对，很少了，拿着几个铁片串着一块，哎手里拎着呱啦啦呱啦啦，哎这有学名，这叫学什么，这叫金龟叶，哦金龟叶，惊动闺房中的女人们，这个铁叶子叫金龟叶，哦磨剪子，哎这是我们经过考证得出来的，哦还有剃头的，剃头这个来大镊子，这叫换头，哦换头、啊、呼唤你出来剃头，哦换头，哎、哦、过去还有那个这个爆米花的，爆米花的，你锅跟着摇晃，对对对，最后弄好一踩，嘣嘣，爆米花，那不用吆喝，指着这就行。哦，我小的时候就净有这个。哪有这个？早晨有一回，我记得印象挺深。早晨六点，怎么样？窗户外边嘣，哼，嘣，嘣，嘣，气坏了，出去看好，六个爆米花的。不是，六个爆米花跟这儿干嘛？我说你们太不像话了。还没起呢啊！你们想想办法，别这样，你别管了，哪有办法？还有什么办法？我回去接着睡，没睡五分钟啊！嘣！怎么这么大声？玻璃都碎了，六锅一块爆的，哎，这事儿少了。现如今也有吆喝的不多。现如今，逛农贸市场，您注意到有卖十三香的调味品，地上铺一块塑料布，一个一个小塑料兜，十三样，手里拿着一块四方的纸，这纸，这手拿一小勺往里边蒯，蒯一样。唐山人居多，哦，吆喝起来跟唱戏似的，是吗？香香。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我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那十三香，赛过王母盼桃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把冻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好，十三香，卖十三香的、嗯、要说最好听得说是卖布头的，北京过去有，北京天津各地都有，对，各有特点不同，是吗，天津卖布头是大包袱，哦，一块大包袱皮，各种的包袱里面都是碎布头，对，弄好了背着，脖子上插着尺，哎，手接串巷绕胡同吆喝，他怎么吆喝，买头一个做三二做样，买家和小孩做啥做，没来做走做靠在南部做穿穿正，不是，他吆喝这是什么呀，你乍一听听不出来啊，啊细听就是胡说八道，我也细听听出来了，北京的布头是天下闻名最好听的了，是不是，对啊，一块布头吆喝起来能吆喝多少段主人名来啊，听着就跟唱歌似的，是吧，有点意思啊，咱们爷俩合作一下，给大伙学学这个卖布头的怎么样啊，我是这个主攻手啊，您是主攻，我呢？您是当那个小伙计，我是您徒弟，站在旁边帮衬着，给您贴靴。有的时候绕来绕去，把自己绕到里边时候、啊，您得拦着我。我拦着怎么说？掌柜的啊，别让了，再让就赔了。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瞧本看价，也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行，少来，行吗？好嘞，好嘞。哎，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哎哎，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说一遍，我听听。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再让就赔了。不对，这个有人物在里面啊，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这个他对啊，有人物。掌柜的，嗯，别让了，嗯，再让就，嗨，我白费劲了。啊，该防的就得防了。怪骨头嘛，哎哎，吆喝着买，挨了吧？是喽，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不错，不要那一桩，怎么样？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对，瞧瞧这块布，怎么样？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嗯，这是什么色儿？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哦，怎么这么白？怎么这么白？怎么那么白？你说怎么那么白？怎么那么白呢？因为它是白的。不是废话吗？
气死头上雪、哦、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了吧，是喽，气死丈夫龙、嗯、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的还笑吗，超不提这种白啊，提这种布、嗯、买到家里去，怎么样，封被单啊，锁被底啊，开门帘，你打不过去吧，好，金配有金盖、嗯、金洗有金晒，金来有金拽，金等有金拽，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闲着十年这八年该不坏了他，说面子有多宽，有多宽，过去有多厚，锥子锥不动的，钢针扎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的，叫得动他，那要做大褂，那得拿气焊焊铆钉铆，俩礼拜穿着再瞧啊，大褂锅炉啊，这是，这不是废话吗，卖了半天没人要，扔在边上又拿起一块来，这块是黑的，黑的青色，不要那一装，好，再来这一装、嗯、装装简洁的，打不相同不一样耳大，是喽，刚才是块白、嗯、这块是块黑，好，它怎么这么黑、嗯、怎么这么黑，是啊，你说怎么这么黑，黑布不掉色呀，黑布掉色呀，这不还是这个，他怎么这么黑、哎、你说怎么那么黑、嗯、他怎么这么黑呀、啊、他真正烟熏灶，他烟没掺没灰、啊、这个屎壳郎的钻炕都没有他来黑呀，包红扎马花的黑的黑的，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当飞，他不让黑你亏，烫好了有一位黑警贼了吧，没人总不烫，我现在挖个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这不背过两天没了，这不送过两天没了，这不用过两天没了，这不拉过两天没了，这不两个当两天没过两天对吧，好，半夜十二点咱们没有事儿，吵死你个锤呀、啊、字病儿棒儿来砸硬煤，不提这种黑，单提这种布，这你要不知道，你一是一个呛都奔电车道，你上了摸电车，你买张电车票，那电车没站着吧，病病当当就要倒了吧，当然千年来好，我们大师来是找了箱子炮，是不是水泥箱的，水泥箱的，网络箱的，椅子箱的，山里跑的，高了跑的，走了跑的，跑的，跟谁家都有了，白大小站着队开那儿，怎么样，点着名的要、嗯、点着样的挑，挺少的假码得四毛八，四毛八，四毛八你也买不到了，怎么换的，怎么好的，怎么下面怎么迷，怎么字你也这么幸福的，不卖贵，什么卖不贵，小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工吃是就着他要了吧，对，看您倒的好，面在罗里转羊毛，我出事在这养殖场了，爬了你就别忘了，这店大汽车能够砸了汽车店了吧，不假，我这摊你跟你要香，一个眼的货，一个眼的价，一个眼的行市谁还买，打到边的小道烟的马路上，怎么小摊的小木脸的小木脸，小女王小姑娘小姑娘的这个最个头儿这个班了吧，是哦，哪位先生说、啊、这块布头瞧好了成才，千万别让我们当过高羊摊卖给哪一桩是卖羊货了吧，好、哦、了高羊摊买了卖羊货拿到家里去，你要一下水再往上上搭，什么汽车马车飞机呢，排架排架机关架都别不上了搭、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风刮跑了，嗨，哪位先生说、嗯、买头儿的怎么样，给我抱上吧，抱上，给我裹上吧，裹上，这块布头都算我要了他、嗯、这阵儿买我还给买了他，为什么，回的事儿、啊、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工钱、哦、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子，得了什么礼物，你三嘴里开眼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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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多少钱，多少钱，那您两个钱，两个钱，两块大洋，一分一分，有本没本，有赚这么有赚的，他这么两块钱怎么样，还不要不要紧，什么有点本的，我是哪个有腰摔，二三十配本赚腰子，怎么样，这个那个等等，两块大洋都打破了他，然后一块九再给一块八，一块五，再要是不愿的一块四了吧，这么一块四怎么样，还不要，不要不要紧，这红脸的朋友们交定了他，大去一毛你得一块三，大去一毛你得一块二，大小本一毛你得一块钱，这么一块钱哪个还不要，让大毛去五块，还得给他钱，这个倒找钱了。